又来了，哇哦，又来了，哇哦，情人节是我们过的，情人节，情人节，七夕，七夕是我们过的，中秋节又是我们过，但为什么要倒数呢？倒数欢迎你啊，倒数不是那个除夕才新年是吧？新年吗？因为你，我跟你说，你来到我们直播间，每天都倒数，你来到我们直播间是我们粉丝过大年。所以就是来了就要倒数，是就等于是过了新年一样，就过新年一样。小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所有的宝宝等了一天喽， wow. 等了一天了， wow. 终于来了。那怎么又来的呢？就是因为上次你直播完之后，你知道粉丝的呼声有多高吗？就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中秋节不和小蛙一起过，对不起你的粉丝。真的，你的粉丝很想和你过中秋。我也很想跟就是身边的人去团一下圆，就是吃个饭，哪怕不一定火锅，就是吃个饭都好。就是多一点人。对，所以你说要团圆要吃火锅，因为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挺好。而且因为你平时工作很忙。特别忙，所以节奏很紧嘛，对不对？然后有这个时间能够和大家一起过中秋，在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都是过大年。对，虽然就是隔着这个屏幕，但是呢意思到了。对，然后我们也真的在吃火锅。对，真的在准备，所以有这个意思也挺好。对，所以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吃完晚饭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边和家人边吃火锅边团圆，然后呢边看我们直播，然后和我们小蛙和我们直播间团圆，来一起团圆，一起团圆，好不好？来，等一下8:05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就我们一起吃火锅的这个，它是来自摩飞锅。上一次我们有推荐过这个，你记得吗？有，对不对？有，卖光。那还有介绍它的必要理由吗？就是不用介绍了哦，不用介绍。所以，因为上一次这个产品卖得非常非常火爆，你的粉丝在那个很多社交媒体在那刷，还想买这个锅。买的人是什么人多？买的人就是希望单身一组，单身的就和家里团圆的人，也就是不是家庭的，不是单身人很多，然后家庭人也多。因为这个尺寸的感觉好像是一两个人用的那个，没有，其他里面我打开之后它容量很大、哦。现场是我们两个人，其实再来两个人这个锅都够用。而且它不仅能涮火锅，还可以烤肉，它有烤盘。那我们真的可以吃哦，真的可以吃，好香啊！有点就是水少了一点，对吧？对，来我你说，马上给你加水。可能那个放的有点燃烧，它有点对，有点久了。来，直接加水啊！给我！好了啊，直接加进去。来，现在开始在烧火锅。前面你要爱吃什么自己放，好不好？真的，是因为我不怎么吃肉，所以你就没肉。我也不怎么吃肉。我要先说一件事情。上次我们直播完之后，对不对？我知道你很明显的瘦了一圈。我就发誓，因为偶像的力量是无穷大的，我发誓要减肥。我上次回去看我自己的回向录屏，那个脸大的要我活不下去。这真的瘦了，真的明显，真的明显。我看一下，是不是？看脸，看镜头。但重点我也瘦了，你也瘦了，就所以看不出他。我想我要瘦，你更瘦。对，真的瘦了。我的脸是小了很多，对不对？真的。对，所以就是比较明显。学习钟汉良，学习偶像，养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今天你还要再给大家介绍更多健康的知识吧？有时间的话，看大家爱不爱听。好，然后反正我就学钟汉良，每天吃蔬菜。哪个你最爱？我其实都是我。真的都是我每如果火锅很想吃的东西，都是每一样都是自己放菌类，对菌类啊。然后我先和大家说一下，先给大家上链接去买哦。来，原价1060，今天直播间因为上次推荐过，今天499，除了这个电摩飞锅之外，来再送给一个大家一个来电煮锅，再送一个电煮锅，家里面一个人可以用哦。来，3、2、1，上链接。蘑菇上链接，8:05准时抢啊！8:05准时抢499。我有点没有理你，没关系吗？没关系，我先把给粉丝上来，那么去抢。我先把我自己吃的放进去，每样都爱，对不对？对，我这个量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也不要吃太多。一个人啊，对，也不用吃太多。然后来菠菜，菠菜，我真的呀，天哪，就是我的。我自己会点的东西。对，菠菜它的那个铁元素很多，铁的。然后来调料，前面有很多调料，瓦哥。来点白菜。大白菜。
调料其实我不咋用的，不怎么用的。哦、就蒜呢？哎，蒜、香菜。你会挑什么？其实我都会吃，但是蒜的话，我尽量就是蒜不要。尽量多一点，没有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会 OK。但如果晚上我要和谁去开会啊、应酬，就不会吃蒜。可能要把嘴巴要清一清。对对，嘴巴要清一清。我会喜欢吃很多葱。嗯，因为比如今天我和你在一起，如果我吃蒜的话，我怕对不起你。也对，也对。哦，这个是酱油。对，这是酱油。你会想吃醋吗？我醋我爱啊。哦，这个是麻油。香油，麻油，香油这么多。对，帮你准备好。那我就来一点点。菠菜应该 OK 了。但是它没有醋哦。对，没有醋。我也爱吃蒜。好吧，我就来个幻想醋。幻想醋，你也爱吃蒜的，对不对？我就是觉得醋可以，就是多一个口味在。对。就是酱油有点负担太重的。菠菜应该 OK 了。菠菜可以了。菠菜可以了。哇，你也吃素不错啊。我觉得今天我还和同事在说，我说我戒糖。哎。我也想讲这件事，是吧？就你戒糖，你把淀粉也戒了，啊，淀粉没戒，完美。淀粉要戒掉是吗？不吃，不啊，淀粉就是不要吃太多那种碳水化合物。哦，我不吃糖，不喝奶茶，我尽量戒掉。然后奶茶，对奶茶尽量不吃了。奶茶又糖。糖太多了，所以粉丝宝宝听清楚了，小蛙哥告诉你，尽量不要吃喝奶茶。也不是为了那，只是为了身体就是减肥啊什么的。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哦，你身体健康，不用看医生，什么都好。哦，所以尽量不要吃碳水化合物。我现在是这么尝试哦，就是把糖。尽量能不吃就不吃。但是你看才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吧，你真的瘦很多，因为你我就一个礼拜，我是最近开始，我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说，又瘦了，那我这一个月不白努力了吗？对比不出来。本来我要跟你比一下。对比不出来，把上次那个影片调一下出来，结果，怎么大家都瘦了，这看不出那个差别。大家去搜一下，我之前脸真的很大，看我们回放。没有很大，就但是大。是看到今天有差别，有差别，有效果了，而且你头发又修了一点，对不对？哎，修短了一丢丢，修了一点点，感觉挺精神一点。然后胡子好像也在整齐了一点，因为今天要和你搭，我毕竟作为虽然留胡子，但是有修整过的胡子，没有很邋遢，对不对？对，就是有形的胡子，有形状的胡子。人生高光时刻，钟汉良在夸我，开了。火开得很舒满，来，这个锅大家自己去买啊。今天是499摩飞锅，买摩飞锅送一个电煮锅，两口锅只要499。好好吃，这个锅也好吃。我觉得我再来一次的时候啊，我很担心，这会不会大家觉得我叫大家一直买东西，一直买东西？没有，今天就是我们是来和大家团圆的，我们吃东西为主，今天就尽量就看自己需求。应该是说。你可以不用经常买，但是你要买的话，一定要找便宜的买。今天我和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上的所有的产品一定是全网最低价，因为这里是拼多多百亿补贴，全网最低。我们今年已经补贴了100多亿了。我不来也是嘛，对不对？你不来没有今天这么低了，没有这么狠，没有。但我不来的时候也是全网，也是全网最低。那你来了之后。这更狠，地道没有。对，我这里做个预告啊，等一下那个美心月饼和大闸蟹必须要抢。哎，我所有的朋友在等着抢那个美心和大闸蟹。一分大闸蟹几个？一分大闸蟹8个是吧？是有8个吧？一分大闸蟹，8个大闸蟹。哇，非常便宜，非常便宜。那不能吃多。不能啊！对，分给家人吃可以。分给家人和大家人帅啊！来，好，火锅吃着啊。今天我们这是厨房嘛，除了有火锅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切个菜啊，煎个鸡蛋呐、都给大家做到一些分享，好不好？厨房类的分享。这里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吃？这里差不多了。但我们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准备了很多好东西。差不多了。我吃完这口啊。好。今天我们是来看爱吃蔬菜的小蛙。那你先移动到别的地方。来，我是来这边，先来这边。来。下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双立人，把双立人的刀，那个大的刀给我一下。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播叫试播？是吗？就是在直播里面吃东西就叫试播。我们是边动手边吃，就是连综合播。综合？没有，我们今天不像在卖东西，我们今天叫团圆。团圆就是家里做客，小蛙回到我们拼多多一起来做客，来给大家看一下双立人的刀。
双立人的刀，不锈钢的菜刀呢，原价是98。瑞士的，对对对，双立人刀真的很出名啊。先给大家上链接好不好？我们在线要给大家做菜了。双立人的不锈钢菜刀原价98，今天直播间65，记得要领一张20块的优惠券啊！来，321，刀上链接。来，来来，没关系，这个放下去吧。好，你要开始对好那个了，你吃的差不多了。嗯，我火关小一点。好，来我来吧。好，这边。无极变速直接关掉。好，那你先我展示这个。我们一起。好，我把这个打开。要展示这个，就我们炒个蛋还是炒个？这样吧，我们煎个鸡蛋，鸡蛋完之后呢，你帮我用双刃的刀切个黄瓜。好，然后我们一起，这个叫黄瓜炒鸡蛋。嗯，是吗？还鸡蛋炒黄瓜？分开炒吧。分开炒。炒在一起啊？来，都可以。炒在一起的话是有黄瓜炒鸡蛋，鸡蛋炒黄瓜吗？其实都可以了，都可以、啊，素菜都可以炒在一起，都可以啊，都可以。只是，感觉好像，我把这个拿走。我看到这个，我就想用来做那个拍黄瓜，拍黄瓜拌一下，对不对？对，好吃。而且刚好我们有酱，而且没有醋，没有醋，这啊没关系，不要不，那就切呗，切成小片，对不对？切成小片。切圆形的。嗯，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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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手啊！哎，一看你就是会做的，哎呀，大哥，哎呀，我可以啊，我就是在厨房。你是大厨吗？今天是度过我过去的2年时间，就以前不忙的时候都会自己做饭，对不对？就是。忙也做，忙也做，忙也要找时间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喜欢上在厨房，就是尽量自己做会更加的健康卫生。哎，太多了，太多了是吧？嗯， okay, 一看我就不会做饭的人。嗯，最好就是锅热一点的时候再倒。锅已经挺热了，挺热，你试一下。嗯，挺热了吧？哦，弄均匀是吧？没有，就是均匀就可以少一点油。哦，少油也更健康一点。少当然健康一点，虽然它是橄榄油，但是它还是油。嗯，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想要炒蛋对吧？炒喏，鸡蛋，煎个鸡蛋吧。对，最好是锅热一点。挺热了，那个小心点。对。好了啊，来，先和大家说，刚才双刃的刀已经给大家上架了，然后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有全不粘锅，这个锅给大家煎个鸡蛋，煎完鸡蛋之后给大家可以直接上链接啊。好，戳个洞。哎，为什么要出个洞？就是它也不会这么完整哦。荷包蛋，荷包蛋，好漂亮！哇哇！哎，我觉得火可以小一点呢。火可以小一点，好，来，小一点。这个热就已经够了。够了，哎，差不多。听到那个声音。我这个麦要给他。一起。呜。好，我们刚才倒的是我们的那个欧丽薇兰的那个橄榄油。来，要翻吗？翻一下。翻啊，翻。翻的意思是证明它是不粘。不粘的哦，不粘。对，不粘，完美不粘，完美不粘。好了，可以关了。完美不粘，可以关了是吗？对。用余温就可以把那个蛋弄熟。哦，余温就把它可以弄熟了。因为那个锅还是热的。来，锅的链接先上啊，锅的链接先上。哇，我想吃。想吃鸡蛋了是吗？你这想吃自己煎的蛋对不对？我就你要吃吗？我不吃，我们一人一半，我们一人一半，我们一人一半。好，来，我去拿一半，一人一半，我们尝一下。好，好完整啊！盐巴都不用放，盐巴都不用放，哎呦新鲜，有一点点盐巴，不没有，就这样子嘛。然后里面锅是完全不粘的，锅是完全不粘的。对，煎的好好啊，煎的好好，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来，我要一半。我先尝一个。好，夸夸，好吃的，不用盐巴，不用盐巴，好吃的哦，这么厉害？你我多给我多给我一点，没有我有一点点啊，蛋黄也可以一点点，一口，好吃的，好吃的，好吃呢，最主要是新鲜，哪来的鸡蛋呢？鸡蛋好吃的，
来，这个不粘锅非常好用哦。我想买这个鸡蛋。买这鸡蛋有吗？你应该说谁做的？好了，这个锅原价268，今天这么好的不粘锅，现场煎鸡蛋了，完美不粘，而且用非常小的油，导热效果很好，电磁炉、明火都可以来用。嗯，原价268，今天直播间这么便宜，79。啊、好，来321上链接这个锅，这个锅一定要去抢，所有的宝宝给我把这个锅给我买爆它。真的很好、哦、来，不是这个锅是主要是提供给电子锅的，因为它一个平面是就是没有弯，没有弯。如果家里有火没有电磁炉的话也可以用这个锅，它两个都可以用的，其实、哦、都可以来用。这个可以明火，明火可以用、哦、明火可以都可以。来看一下里面完美不粘、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部哦，来背部是这样的，全不锈钢，里面是不粘的，你看这个这个光泽是、嗯、很漂亮。嗯，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就、嗯、这么好的不粘锅才79块钱，天哪天哪，真的太便宜了。这个是哪国的？雷利便宜啊、哦，德国的。对，就是它是很多大品牌、哦、都是他们家做的。这个 WMF 是我最喜欢的，最爱的，对不对、哦、？WMF 是他们家来帮他做的，哦，很厉害，对不对？所以这个锅的品质非常好，哦。今天价格79。WMF 的东西是这一家帮他做的 ，Yeah。所以你想中国有多厉害，中国帮很多，就中国我们中国的制造业非常厉害，帮很多国际大品牌来代加工，哇！所以你想你去买一个 WMF 的一把刀都要上千，但其实、哎、他家做的是不是有点，那些钱应该拿来买它、哦、这么好的锅才79啊，今天一定要给我去抢爆。然后好，刚才接着上那个欧丽薇兰那个橄榄油、哦、来，橄榄油就我们拿来煎鸡蛋的橄榄油，我要说一下，一定要用橄榄油。橄榄油调沙拉也好，橄榄油平时用橄榄油会更健康，对不对？就看这个油是不是沙拉一定没问题，但是我刚煮饭哦，你要有一些橄榄油不能用高温去燃烧的，对对，要不然那个脂肪会变得很奇怪。对，尽量用低温来去烹调。好，要看看那个那个橄榄油是不是。好了，我先给大家上链接，原价196，今天直播间147，来321上链接。怎么样？我不确定，我看一下。拌冷拌一定可以。啊啊啊！对，就是有一些橄榄油，它不能超过一个温度。它是地中海产的，嗯，所以它的品质，醋炸是，对，它的品质也非常好，就拿来拌的时候啊，炒的时候啊，都可以用这橄榄油。饭我自己是常年吃橄榄油的，因为我觉得更健康。但这炒菜不一定可以。我一般都自己家里做，我不会做那种特别爆炒，因为啊，你不要爆到很高温可以。对对 对，好了啊，尽量去买橄榄油啊，那口锅一定要给我去买爆它，因为真的质量太好了。我们在现场用起来那个品质、那个手感，至少要卖好几百的锅。今天直播间价格这么便宜，这锅真的卖太便宜了。我现在想追问，是真的吗？他真的帮 WMF 代工？这个东西全部吗？不能，不是，应该是有一部分的那个 WMF 的那个产品系列，产品系列是这个工厂来帮他做的。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国际大品牌他选择代工厂的时候很严格，对啊，对啊，对啊，各种检测很严格，对不对？所以这个工厂就是包括 WMF 啊、菲斯勒啊，都是这个这个做这个锅的工厂帮他们来做那个的，做代工的，厉害吧？才79买这个锅，你说是不是福利？是手，是吧？79。我说这个牌子叫这啊，对，喜石是手，对，嗯，真的好便宜，我惊呆，我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我以为这个锅怎么着也要卖198，嗯，就看这个质量是不是值这个钱？对，它那个底座已经是很特别，对，所以真的对一般，像一般的这样的锅，它不能用在电磁锅，它要特殊的面跟那个材质才可以接触到那个电磁，对，所以它是两用是它可以的，它 OK 的，所以又能火又能电磁。小心烫啊、哦！厉害，而且很漂亮。外面它是不锈钢的，但里面它是全都不粘的。厉害，真的厉害。好了啊，这个锅一定要，这个炒锅是我大力推荐，一定要去买爆它，因为真的很好。哇，我现在才停哎，从开始到现在。吃饱了。饱了、啊你都已经停了很久，我还在吃。好，来，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几款东西喽。你找什么？水。哎，刚才给我了，对不对？包括的水，在来在那边，来，你继续，好，继续。然后，摩飞的锅、炒锅、双林的刀，还有那个橄榄油都要去买。下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个厨房也是必备的东西，而且是大件。来到这边好了，这边好像有一点点的挤，我把这个都挪掉。哎，吃播很难的，来，要吃也要把东西放下来。
也有照顾自己的那个。对，我把它放底下。我们继续吃，来帮我。我吃完了，吃完了。来，端上来，小心。来，当心。Take care。烤箱对不对？烤箱。哇哦！这个烤箱，看一下外形。洋气的，对不对？美的，洋气的。来自美的的全自动大容量烤箱，给大家看一下啊！烤箱是这么两层，这边全都有那个温度、时间的各种的调控，全自动的啊。然后家里面其实我觉得烤箱家里面是很有必要买的，你说烤个鸡翅啊，烤个蛋挞啊。我家里会有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因为大的有时候你要按它，它要加温要很久，你没有大菜的话，你就。很少会用到大的烤箱，小的烤箱你会备，因为它很快啊，一按它基本上就马上灯就基本上就可以放东西进去，对，就不用几乎不用预热。好了，来先给大家上链接，大家先去抢哦，原价249，今天直播间179，买这么大的烤箱，而且是四层的，精准的控温，最重要。因为很多我们买东西是一样的，我觉得你买了电器，我担心它的售后问题，对不对？如果它坏了怎么办？今天我们特殊的售后，一年之内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给你修了，不修了我换一个，对，直接换一个，好奇，因为美的品牌，美的是我们中国很知名的一个家电品牌，他没有也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他觉得你怎么用应该都不会坏。对，好了啊，来179的烤箱的价格，这个要展示吗？这个，来，就给大家看一下就 OK 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里面有什么，到时候可以烤红薯啊，烤蛋挞啊，烤红薯要烤很久才有感觉。来，我们节目之前给大家烤了这个红薯，我插个垫子。不，已经烤好了，烤好了，之前已经烤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烤的红薯，你看这个皮都可以直接剥下来。好的，里面红薯很烫的，烫的，刚刚烤出来的，因为怕，所以是可以吃的，可以吃，因为怕一直在里面烤的话，我怕那个太烫了。你看这皮可以直接剥下。地瓜不要吃多，但是地瓜是粗粮，也是好的，但是它也也糖也多，糖分也多，很糯，今天我们不卖货，我们吃东西。因为吃着也没有办法讲话。今天所以为什么吃播只能吃？对，因为吃跟讲话不能同时啊。要不然我们分工。那你吃的同时我来说，我吃的时候你来说。真的是好吃的。好了啊，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今天必须要买的重头戏，可以再烤熟一点，必须要买。好，可以看烤久一点是吗？好了，来，更好吃。我想把这个，哎，移走，移走，还是在这边吧，还是在这边吧。好，这个好移一点，正好移一点。来，今天我说了必须要买的东西来喽。哎，小心。哪个？中秋节要吃什么，华哥？月饼。除了月饼呢？大闸蟹、必须要吃的大闸蟹，来，大闸蟹来喽。哎，为什么要吃大闸蟹？哦，又季节到了，也刚好是秋天，对，秋天到了，可能是刚刚好到了大闸蟹上市的季节。然后呢，大闸蟹，谢谢你，谢谢就是全家人，谢谢爸爸妈妈对辛苦的付出。然后呢，大闸蟹，谢谢。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我就这么理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谢谢，感谢大家的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感谢，大闸蟹就是互相的感谢大家。对，谢谢大家。来，给大家看下这个大闸蟹，来，哇哦，很大哦，你看，我看一下我这个手掌。非常大，我先和大家说一下，就大闸蟹它分河蟹和湖蟹，湖蟹是更贵的，而我们今天绝对是湖蟹，非常大，而且和湖蟹也有分公蟹跟母蟹，对吧？公蟹跟母蟹，剪刀，这里有两个母蟹，来，我去拿三个公蟹，两个母蟹，你要吃吗？先剪开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什么蟹？这个也是大闸蟹吗？对，大闸蟹，那个生的，就已经给大家煮好了。哦，好大，哦，好大，看一下，来，我直接掰一个黄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啊，直接掰这个掰一掰。
看它蟹黄是不是、哦、就是蟹黄。其实现在还并不是大闸蟹最、嗯、最肥美的时候、嗯、最肥的时候应该是十月份左右是最肥的。看到这边 对都是对蟹黄，都是蟹黄很大、嗯、好，我先给大家上链接，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原价这个至少要两三百，大家都知道的，八只、嗯、今天直播间阳城八只，阳城之王，四对这是八只，八只、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嗯，78八只，来321上链接，每一个人都给我去抢，而且和大家说，有那个蟹卡对不对？来，帮我把卡拿过来。这个货是生的寄出去的，那是这样的，就是冷藏的。大家收到的时候是一张非常高级的一个礼品卡，你去送人，比如说特地的地方拿。对，他会把这个卡送快递到你的家里。嗯，比如说我今天我要送一份中秋节的礼物给钟汉良，我就买了这个东西，他就会把这个高级的礼品卡送到你的手上，你就会收到这个礼物。所以就是送蟹呢，又是谢谢您的意思，对不对？比如说今年你帮助了我，对不对？那我到中秋节，我订这个蟹卡来送给你，谢谢您这一年对我的帮助。嗯，送给父母也是。那我就不用拿着。对，然后呢，你我要的时候吃，要吃的时候打电话啊，再送来。对，送，而且重点是他送来的时候，大闸蟹是活的，如果有死蟹，你直接找客服给你包赔。就每就是你先把这个提货卡拿到，什么时候想吃了打电话，把最新鲜的螃蟹送到你的手上，而且你收到一定是活的。哇哦！今天只要78，你想拿来送人多有面子。我刚想说是我拿到这个卡，嗯，我就可以去某个超市，嗯，冷藏的就冰好的，不用你出门。哎，比我想的更贴心，对不对？而且78块钱能够拿到八只大闸蟹，每一只大闸蟹不到10块钱。哇哦！来，我就送给你，谢谢您。而且它很那个很。很大方，很大方得体，不会来啊！送你，我还要拿着在手上，对，这个挺好的。你什么时候，比如说中秋节当天，我想聚会了，我就提前叫送过来，对不对？什么时候有聚会了，就提前送过来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贴心，特别贴心。好，我就有八只，等于是八只，对，这里有八只。你什么想吃，什么时候打电话，好不好？然后生的手生的是这个样子，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每个上面都有这个标，来，每个上面都有这个二维码的标。嗯，这是真的，就真的是他从哪里来？对，他从哪里来？他的培植过程在哪里的？对，他能够追溯来，帮我特写一下这个标。嗯、你看他都有的，都有那个条码的，都有码的哦，一蟹一码，更加的那个正规。或者是谁要饲养他的人？对对对，他是哪里的？他整个链路都能看得到，找到他的个人资料。对、好了啊、哦，来，大闸蟹，刚才买了摩飞锅的，可以直接用摩飞锅来那个蒸那个大闸蟹。来，谢谢您了。刚才我谢了小蛙哥，对不对？谢我了，谢你了。但是呢，今天我给小蛙哥就是一个超级大的福利，就是给你抽20个免单的名额，送给粉丝。谢谢粉丝。这除了我来以后很便宜以外，对，还要抽20个，还要更厉害，更厉害的。但是。这个不是一般的那个免单，就是如果我现在知道我可能免单，我就狂买。对对，但是这个等一下给大家抽，因为等一下8:30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那个艾瑞泽的那个汽车会，大家上秒杀。8:30之后给大家上秒杀，秒杀完之后我们开始抽那个大闸蟹的免单。免单。所以现在大家赶紧先去买那个大闸蟹。但是我先和你提前说一下啊，免单呢、欸、就不要钱。我买了一台车，免单。大闸蟹免单。哦，好，不是我的那个购物单里面免单，我在想那个我好买好多东西，我买100样，就大闸蟹免单。Oh, yeah. 然后，但是我有个小要求哦，就是、哎、这个东西不能无缘无故我送给粉丝，我要考考你，你要回答得出来，我才给你送。我过了关才可以有这个福利，毕竟这个钱是我们出的。好的，好不好？好的。如果你过关了，如果过不了关，钱就我。哎，你就掏出来，一定要让这个福利送出去。好了，来8:30的时候我们会上。奇瑞艾瑞泽的那个车的秒杀，今天秒杀价格只要49,900，5万块钱都不到，只能够直接把这个车就开回家了。来，先给大家上链接，321上链接，8:30的时候准时秒杀，然后其他的宝宝你们继续去拍那个大闸蟹，今天这个大闸蟹一定要给我买空抢光，因为商家是纯赔钱的，纯补贴。哇哦哇哦。这个车本来多少钱？好，5万块很便宜。对，5万块很便宜，这个车是直接便宜了1万块钱。哇、wow.
直接便宜10000块钱。上次也有，我记得上次也有，上有一台两台是还有一台。你来的时候什么时候不给大福利？你说，因为我跳的，好像我有看过这些产品。对，好了啊，来8:30已经到了。要车的宝宝赶紧去秒杀，50000块钱不到能够把整辆车开回家了，这是今天非常大的福利爆杀秒杀品啊！好，好，然后车去秒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去抢那个大闸蟹，一定要领70块钱的券，一定要领券，领了券之后，券后只要78块钱，券后只78，对，一定要抢券，一键抢券，抢了券之后去买，这已经够便宜了，还要再抢券，好多人在买，券又。让那个更便宜的价格更便宜，你知道多少人在买吗？啊，700多个人同时在买，买一份，没有，都在抢这个大闸蟹。嗯，要几份？就全部。就大闸蟹，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券的，嗯，就这个券抢完就没有了。你看这个券，大概几个？还有领券，70啊、哦？没有，三就是快失效了，就失效之后就没用了，还有一段时间就没了。对，一定要去领券啊！领了券之后买大闸蟹。好，来。我们要开始给大家抽免单了，那个大闸蟹赶紧先去抢。好，然后呢，我要给大家抽免单，但抽免单刚才说了，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让你过关的，很难哦。几个？题目很难。免单几个？20个。20个好。题目有一点点难，你能接受吗？来，上题目。好了，题目有点难哦，你 OK 吗？做好准备了吗？嗯。我们今天不猜什么谜语，我给大家、嗯。弄一个中国古代传统的古诗词，都是关于中秋的，嗯，好不好？好，第一个，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哦，床前明月光，下一句。床前明月。不要提示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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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是地上霜。再说一次，没听清。疑是地上霜。好。疑是宝宝们对不对？来，我问一下，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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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你普通话没那么标准，我不怪你了，好像也是对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来，第一个回答正确了。来，李白，这里都知道，我都不知道作者是谁。这样。来，第二个，有一点点难了，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叫你娟娟，千里共婵娟啊，好啊，对吧？对吗？来，对不对？这个歌都有在唱嘛，所以比较知道。但愿千里共婵娟，转转的一壶照无眠。对。没有其他歌词的我。好了，来第三个哦，答对了，千里共婵娟答对了。好，来第三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天涯，我记得你是不是拍过什么叫天涯的？明月刀，天涯共此时。对，情人怨遥夜。今夕起相思，感觉是你在考我。黄九龄，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是吗？是黄九龄吗？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是吗？是不是啊，宝宝们？张九龄，张九龄，好，我都不知道。天涯明月刀啊，对，张九龄，天涯明月刀，张九龄。好了啊，来，都回答正确了，那下面开始抽20个免单，好不好？好，来。哦，这截20个图，截二十个免单，我们截个选满屏吧，满屏截吧，好吧，为了节省时间，好，满屏截，然后那个把那个大闸蟹赶紧去再去下单，再给大家满2分钟。哦，满屏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把那个留言放满屏，然后一截有好多个，就不用一次截很多个，整个屏幕一起，我们节省时间，好吧，来，然后等一下会展示给大家，好，赶紧去买那个大闸蟹，8:35开始截，8:30，哇。9000多人在拼单，我的900多人在拼单，我的天哪！现在8:00多。对，等一下，我们8:35的时候。现在8:34嘞。对，还有1分钟，再给他买一分钟吧。那再买久一点吧，好不好？差不多了。差不多嘛。对，差不多。你根本没有那么多给了嘛。20个很多了，哥哥。我说你根本没有这么多份。20份啊。我说你要你有准备这么多份吗？我们准备20份给大家免单啊，免单就20份，那还有很多要，还有很多人，对，但是这个福利你越久了，不越多人买不到啊？对，或者说越人抽不到。但是假如说我还没有去买，我现在去买的过程当中，你刚好在抽，就对我不公平，对不对？所以让他多买一会儿，是吧？然后本来这个价格就已经是
很低了。嗯嗯嗯，就是全网最，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湖蟹大闸蟹70多块钱？对，买八只。对对对对，我就买这个，我觉得划算。哎，我这个就送给你，没有面子。好，好，好，我拿着，我拿着，拿着。是不是很体面？对，我想吃一只的时候，我打你，你八只，你先送我一只啊。No， 我们八只他敢。只能一只是哦。Yeah, 对。快递费很贵，哥哥。分开八次点，哎，我先来，我早上想吃一只，那第二次你明天下午给我来。买过大闸蟹的，买过大闸蟹的，把大闸蟹的订单号给我刷起来。你买了大闸蟹，不要刷免单，不要刷免单，一定要刷订单号。买了大闸蟹的订单号刷起来，一定是大闸蟹的订单号。我跟你说，78块钱，我们寄是那个顺丰的冷链，就很贵。嗯、就你今天要，我第二天可能就到了。对对对，你寄那个食物跟那个要冷冻的特别贵，所以寄的成本可能就30块钱了。我今天才卖78，那相当于我今天就是贴的，真的是贴的，贴的百亿补贴纯给大家贴的，78买八只大闸蟹、嗯，真的是全网最低价，而且还要算重量。我自己先拍一个。因为真的便宜，蛙哥真的你真想吃啊，真的便宜，但我吃不了八个，除非我点给别人吃。嗯，真的便宜，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八个了，好像赌神已经有赌，我已经有底牌了，我再点的话就底牌太多，你看我今天王牌。这是我送的，这是我，谢谢您。谢谢您。好了，我们等一下抽的20个免单全部都是蛙哥，谢谢所有的粉丝对他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所以也是因为我那个过了那关，就是考不到我。在对对对，我们不能轻易的送。对，在40那边你，毕竟这个是钱。嗯，本来不会，本来不会的都要自己会。本来不会，逼他学习。好了，来订单号刷起来，开始签，开始抽，来给我一个特写。来，开始。有延迟，对不对？开始，来，蛙哥，你喊吧。一，你没有满屏啊？满屏，我满屏收。就是这样子，下面就满屏了。对，一二七，咔。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几个。第一个 S M I T H， 我也不念叫什么。第二个136尾号882。第三个菲菲有一头小倔驴。三个，来。三个亿，三个亿啊！存到照片。啊。来，赶紧。一，二，七。有宠快线四个，然后那个0100只有一一一啊，不行啊，小面团没有订单五个，终结六个，夏天七个，有人在寄对不对？对，我没有，我都存下来了， okay. 来七个，现在是一二七，差，第八个是，君玉什么 Melody， 然后艾米格听闻，七八九十个了。嗯，哎，我们先抽十个，还是都抽掉？都抽掉，还是先抽十个呀？先抽十个是吧？好，我们导演说先抽十个，你给他一个后面还买的机会。我怕，因为如果都抽掉的话，接下去还买就不公平了。好他说凭可以隔一段时间。对，人家摔出，凭什么我现在买了不给我抽免单？对，我刚回到家。对呀、啊，我刚打开看手，我刚刚有手空下来。对，好了，所以大家继续买一下，看有手空下来。没有，我可能在回家刚要开门啊，又干嘛啊？拿东西刚好手空了，我现在想抢没有。想抢不抽免单了，这样不公平。好，来下一个，帮我给大家上一下，也是今天非常健康的北海牧场的零蔗糖的酸奶。来，给我。为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有中间有一个不一样？为什么有一个中间不一样？哎呦！来，我把这个北海道，我把这个撤掉。来，帮我拿走一下，拿走一下赠品哦，这个是赠的，送的，这免费送的赠品，对。哎，这个打开盒。哎，我也想吃。这里面还有个蜂蜜。你有放那个糖？我不放糖。这有槐花蜜。我要原味。原味可以。可以开动咯。这个奶先给大家上啊，我们是135克的10瓶，原价119，直播间79。来，321上链接。真的是北海道的啊？不要，对对对，这个北海道牧场的，就是。
这个奶牛都在北海道那个牧场里面去养的，所以它是非常天然，没有污染。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超国家标准的3.1倍，蛋白质更高了，而且采用超绿蛋白工艺。这个奶更加被人体所吸收消化，比如说如果你喝别的奶消化70%-80%，而我们这个奶可能达到90%以上，就更消化会更好。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有一点甜，纯无糖的，这个是不是有点甜？什么糖？蔗糖，蔗糖，纯蔗糖，31倍的高蛋白，但不算甜。来，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切一下这个地方哦，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7.2个。我先和大家说一下，我平时喝那个纯牛奶的时候都是3.3-3.4，三个 gram。对，这个达到了7.2。因为我看到9点多，这个没有蛋白质7.2，7.2，对，蛋白质7.2。你一般喝那个纯牛奶，它蛋白质可能是3.3，因为我每天喝牛奶3.3左右，但这个7.2就高了非常多，国家标准应该是3.2左右。对，每天吸收这个，每天喝一瓶奶，每天早餐，我早餐都是吃2个水煮蛋加一杯的那个纯牛奶，营养不错，就是蛋白质也不需要太多，对，然后尽量不要吃的特别饱，但是营养要跟得上就 OK 了。这个好，这个蛋白质。然后配料表里面是生牛乳哦，你们买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配料表里面一定要是生牛乳，脂肪生牛乳，生牛乳，这个早餐好像真的不错。早餐好，而且里面它有那个槐花的那个蜂蜜，如果你觉得没味道，可以把蜂蜜加进去。我就想不要糖啊，好吧，里面还一点点糖，如果不要糖就好。这个奶是比较高端奶。已经很接近那种原味的，有这种希腊的，对，就没人说话了，因为这个奶真的很好喝。哇，自己去买这个奶啊，现在已经在那个主讲的链接上了，今天只要79。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奶它的营养价值比普通奶更高，因为蛋白质更多。3.1倍的蛋白质，高蛋白，北海道风味，超国家标准3.1倍，比国家标准还要高3.1。因为在那个地方，在北海道的那些奶真的很好。你去过北海道，来聊一聊，去过吗？没，你就是到那边去，都会想要吃冰淇淋。真的，平常都不吃。我没有去过北海道啊。平常都不吃，但那边的奶特别特别好喝，就会想要吃一下他们的用那边的奶做的冰淇淋。你想到那个地方，就情不自禁就想。这比较好吃，好像就是。奶不一样，就是做的那个奶制品就不一样，就更高级。就是我们吃蛋糕面包的时候，它里面奶用的不一样，价格成本都不一样。是，奶还是很重要的。奶宠牛，对。大家先不要刷订单号，那个螃蟹的大闸蟹订单号已经给大家抽了10单了，我们晚一点再给大家抽，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买哦。大闸蟹你们记着，等一下提醒我们还有10单哦。好了，我们不能再吃了，要瘦了。哎，吃酸奶是不会胖的。过了那个。该吃饭的时间差不多了，从一开始吃到现在，就是今天就是团圆嘛，团圆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东西，对不对？可以团圆，但是吃到差不多就收了，团圆就聊天聊天。不要着急，等一下我们还有月饼的最主角月饼都还没吃，不行了。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9点钟给大家上美心月饼的秒杀，美心月饼的价格真的是全网最低价，比某个地方都要便宜好多好多好多，就全网最低价。他刚教你不要说是啥意思？不要说哪个地方？哇哦，不然怕被别人来攻击我，就反正就是很便宜，至少便宜大几十小一百就很便宜啊！哇哦，好了啊，来下一个，接着给大家上。今天真的都是很健康的东西，我们的元气森林的零蔗糖的低脂乳茶。乳茶不是奶茶，乳茶奶乳吗？其实奶跟乳是一样的吗？奶跟乳可能会更浓稠一点，相对来说乳是吧。我们因为真的吃很多了，我尝一点点。我撑了，我吃不下了。好喝，有糖的零蔗糖没有糖的，但是脂肪是有，就低脂一点啊、哦、因为那个乳里面就有糖嘛、所以它没有再放额外的糖。那不管，反正就很好喝。哇，好了啊，来，它是那个代糖，就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代糖它是很多减肥人都会去吃会去喝的啊、来，原价是89，直播间到手价6瓶哦，来55.93321上链接。
而且你知道它的热量有多低吗？它12瓶，低于1.5个苹果。多口味。6瓶是55.9块，12瓶是111块，111.8。111.8。好喝。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折扣？就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好想喝，但是我已经好饱。真的很好，而且元气森林这个牌子。这个品牌很厉害，嗯，你经常会看到它的广告吧？元气森林，有，元气森林，满满的元气，而且还没有糖。它不止卖茶，好像是，很多饮料，是很多网红饮料都有。嗯，但它就真的是因为减肥的人啊，不想长胖的人必喝。它就是为了做饮料，然后没有太多，没有太甜，还是说？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去喝饮料都是怕。太甜了或者会长胖什么的，但女生你知道，女孩子一般都管不住嘴。她要想要那个味道，但是她就用别的方式代替，用别的方式，用代糖啊，零着零。但仍然感觉是甜的。对，仍然感觉是甜的，但里面是代糖，代糖。但她没有说有糖，对。对，她零着糖的。零着糖。所以很多女生，现场的所有的美眉们，就是她们那么爱喝奶茶，控制不住嘴的，就可以喝这个。嗯。就，你知道那些对，如果这个真的没有糖的话，喝这个还比喝真的奶茶好。那奶茶就算了，我不喝了，被你说的。奶茶还是可以尽量对喝这个，因为这个是零蔗糖的，就是基本没有糖到，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会变胖。好，来，有人说钟汉良实力帅哥，哪一件事？实力帅哥，今天我也算帅哥哈，因为毕竟他夸我瘦了。真的，我跟你说，就人变瘦了就会好。真的，就是瘦，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整齐，就是干干净净。干净了是吧？啊，开心今天。比上次真的很，很明显的，明显的瘦了，明显的一个分别。明显的一个分别。好了，大家记得就是吃健康的蔬菜，然后呢用那个橄榄油，然后包括吃的东西尽量不要有糖，不要有肉。对，肉可以，肉可以有，肉是。蛋白质肪嘛，你刚才还和分享，我又忘记了。淀粉不要，哪些东西还？碳水很多，就是我们吃的。其实我就开始少吃饭啊、面啊。主食，这我想要试试看这个，不要吃这种，有点像还不算是，有点像那个流行那种生酮饮食，有点像，但不是那么极端的，就是。减到没有必要就不要吃糖跟淀粉、碳水，然后把主食先尽量就不吃，尽量控制，然后多吃一点蔬菜、水果，一点点鱼肉啊、鸡肉啊、鸡肉、蛋白质，主要是那块，其他也可以吃一点脂肪了。对，然后平时运动，蛋白就所有东西都有一点点嘛，就没关系，然后就试试看，然后这样就会很。身体就会很干净，很干净，让身体干净。然后除了流会瘦以外，可能会健康一些。健康，整个人的精气神。我试一段时间，让你感，我再告诉你。如果我觉得很好，感觉身体很好的嘛。对。好，然后下次我们再见的时候，可能我再加上我有一点点开始那种，把那个不吃东西的时间拉长。就更好，有点像，有一点点像断食。你有控制说几点之后不吃东西吗？比较温和的断食吧，就是那种晚餐早点吃，明天早上晚一点吃早餐，晚饭早点吃完，7、8点6点就煮完，然后改天可能9点过后10点才吃早餐，就空的那段时间长一点，然后餐跟餐中间就绝对不要吃东西，就是。餐跟餐中间不吃也是一个断食，也是断食，对吧？如果你早上8点吃，中午12点吃，然后晚饭6点吃，中间其实有5、6个小时你也没吃东西，对，所以也算是一种很温和的断食。有些人会一直吃，中间餐跟餐中间一直吃，这就撑得很大。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人，我现在就用这两个方法套着吃看看，很瘦。我今天见到钟汉良第一面，我说哇哥你又瘦了，我怎么发现他瘦的？是因为他的腿。又细了，就是穿衣服也有关系。对，穿衣服可能有关，也有关系。上次你是穿那个宽松一点的，记得不？宽松的，外面有个马甲。裤子松的，然后毛T，然后背心。对，背心就有点马甲那种。有点壮，有点看起来有点壮，但今天穿衣服就很合身的衣服，就很合身。然后那个
腿啊什么，我都觉得比上次会没有太明显，但是我可能就是开始了，有一点点开始发挥作用，嗯，效果开始有，还是有效果的，开始有了，还是开始，所以大家学一下，可能最近我过一段时间看再跟大家报告。最近也主要累吧，累不累？拍戏累还好，就是主要是饮食习惯，就是吃东西的习惯调整了一下，嗯。好，然后这样我们蛙哥再准备一部非常精彩的戏，然后以后也可以要上了之后也可以大家一起来支持，对，好不好？就是不方便透露太多，就我正在拍的戏嘛，对，很精彩的戏，一个古装片，对，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古装戏。好了啊，他们就叫你不要太瘦，不要太瘦，但是健康的瘦，我没有太瘦，大家觉得太瘦吗？现在应该不会吧？就大家觉得就是应该不会，他们希望你不要太瘦，他钟汉良不要减肥。没，我没减肥，我的意思是说改变一下吃东西的习惯，饮食的状况。OK 的啊，然后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然后下一趴我们接着给大家再介绍，就是洗碗机。我跟你说，我做饭，我看到这个了。但是什么？我怕的什么？我怕的洗碗。我不怕。我特别怕洗碗。我不怕，因为我很懒。我也懒，但我不怕。就是因为，就你知道这么一桌灯叫我去洗，我怎么办？但它这个过程啊，就备菜也很那个，备菜、煮饭、吃，它是一个整个一个煮饭的过程。嗯，你要完整。你把厨房清洁好也是一个，就最后清洁完还是很爽的。哦，太开心！我好想和你做朋友啊！下次我家做饭，我找你来，我就不想洗碗给你洗。那这个真的，这个我看到，我觉得太很好，对不对？来，我们移步到洗碗机。我想象的不就没有那么方便的。就但是它很方便，而且我人走过来，你知道它那个体积其实很小，对，就是可以几乎可以携带。就带着走携带可以，对，你搬家什么携带很方便。然后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家里面一般装修都已经装修好了的，但是很多装在里面，对，很多洗碗机装在里面很麻烦，你知道吗？不是它大哦，它就操作启动啊，哪里碗不够你也不知道怎么洗。对，我们这个跟大烤箱同一个道理。对，我们这个就是你家里面厨房哪里空放在哪个地方，它台上式的啊，而且操作很简单。它是华凌，是美的旗下的年轻化品牌，所以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质量、所有的售后和刚才那个美的是一模一样的。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就是坏了随时拿去换一台。来，里面就是它有上面直接诶，好像洗过一轮这样。对，没有水在里面。剪刀拿过来，把这个拆开。这是全新的，好，它里面有很多可以洗碗的东西，而且有一些误解都觉得它这个肯定没有手洗碗，一个洗碗机感觉都没有自己用手洗那么干净。对，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面，然后里面但是其实我都发现其实洗碗机比我们手洗的干净，因为它有热水，而且洗碗机有压力，而且它有高温，它能消毒。洗碗机能消毒哦。我们有时候人手洗碗没有那么干净。对，这里面它都可以抽拉出来的。这个接那个接水，接水，对。然后这里抽拉出来，下就各种东西可以直接放到这里面去分开放都可以。小东西，这个可以放洗水果。就水果你想洗也可以啊。哦，分开，对，分开洗也可以。然后呢，我和大家说一下，它是有到360度双旋喷淋无死角，就是它里面是360度一起转，压力转的，一起转，然后水一起往里面去冲，然后把所有的那个脏的油啊都冲掉，然后它有72度的那个巴氏的消毒杀菌，除菌率，重点是什么？这个、除菌率99.99%。对，就是我们平时用这个就人手没办法做到，而且洗碗的时候用什么？用抹布来洗，抹布上面是什么，而且抹布重复用会有细菌在里面，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而且我们今天是有那个 APP 远程制控的，就你碗放进去了。就忘记洗了，设定你在外面设定它 APP 设定一下，自动洗，就很高级啊。就家里面你要谢谁，我觉得洗碗机要拿回家送给谁？送给老婆，谢谢老婆一年这么辛苦。送给妈妈，妈妈一年也这么辛苦。送给家人很好啊。今天来给大家上链接了，原价1199，今天直播间879，来321上链接。哇哦，上800多买，这个真的很小，而且这个，很小。很小，就比我一个人，就一个人，就一个人，就很小，感觉可以，家里面什么哪里都能放了，厨房里面都能放进去，洗碗、洗菜、洗水果都可以，对不对？但是水果就不用消毒了，
对，其实我跟你说，水果上面也有一些农药残留。但那个高温会不会？高温如果用那个洗碗的高温消毒会不会？你看那个温度，温度多少？72度。72度的巴斯消毒除菌。对。什么时候有人在问什么时候上月饼？月饼我们9点钟的时候给大家不上了，不上了，不上了，因为主要是我们已经吃饱了，我们上了以后我们也不能吃，所以决定不上了，对吧？美心月饼我不上了，不上了，还要吃上美心月饼我还是要吃一下的哦，你还能吃？不上的话不可以，因为这个是你争取了好大的好久的价格哦。对，我没有喂了，你没有喂了，饱了是吗？饱了，真的饱了。等一下，那没关系，美心月饼我愿意为所有的粉丝和你来品尝，因为真的非常好吃。好，平时买不起，不舍得买。可以，美心月饼我不舍得买平时。但是你已经吃了一个蛋呢，吃再吃一个月饼蛋黄可以吗？你早上吃了两个蛋呢。我可以啊，我就是有，就是尽量，算了吧，为粉丝尝一下嘛，对不对？我怕你们觉得不知道味道是什么样。但是也还好，听说那个蛋白多，其实会代谢出去。对，美心是香港很对出名的一个品牌，很知名的品牌。对，在香港，你在香港的时候是就是每年就等于好像连在一起，你会觉得那个它就是中秋节的怎么讲代名词哦，就觉得那个差不多就听到那个美心对月饼了，而且其实平时发现很奇怪，就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而且它是流心的，就是它高级的那一款，流心奶黄的，就是你那个那个会流出来。那我冰起来，它怎么可以流出来？不冰起来，它不是冰的吗？它不是冰的，它不是冷的，就常温的。不是冰在对，它是常温的。因为那个一般月饼，你为了让它放久，你可以要放在一个比较冷的地方啊，冰箱什么的。对，哇，流沙。流沙就是流心，就是它的比较流心，它的比较那个高端的那一款。来，我先把这个锅都给它撤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吃月饼。我就想到我以前在酒楼吃那种港式点心，港式点心就流心啊，就是流，通常吃那个奶黄包才会有，流心包开起来会哇那个，这是那种吗？yeah， 就那个。哎，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吃的，然后现在不吃。美心下面有很多就是各种的系列，但这个系列是他们新的比较，而且比较贵的，比较贵的那个系列。来，我们在9点钟的时候给大家上秒杀，9点钟上秒杀。这个所以现在待会再拿出来。但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可以展示一下。哎，美心真的有点贵，我平时都不舍得买。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哎，今天有包装盒的吗？来，包装盒帮我拿一下。来。真的，这给大家看一下，流心的。我看你吃好了，我想吃，但是不行。哇哦！以前其实我们平时很难买到，而且市面上假的美心很多，就很多假的。因为这个是香港品牌，香港很，所以你在内地买不一定买到。对，而且很多假的很多。我们今天是百亿补贴，100%。正品，100%正品哦，也是送到你家。对，然后这里有防伪码的，有防伪码的，防伪标的啊、哦。很多人都等着抢这个。我闻那个不是皮的味道，是奶黄的味道。它连皮都是奶蛋黄吗？皮都是蛋黄的。哎，算了吧，我就勉为其难给大家尝一个吧，但我非常不想吃。来，我勉为其难尝一个哥。我真的。虽然我不是很想吃，先给大家看一下，掰一下这个。连皮都是用蛋黄。你一叶香，你看这个流心，叶香淡香，香吗？里面都有流心哦。可以了，闻我就饱了。闻你就饱了是吗？那我尝了，不好意思，我自己品尝这个美味。没有。流心。它一点它这中间的小块而已，其他还是，然后外面全都蛋黄，其他还是固体的。然后你发现没有，它这个皮很薄。它是整个都蛋黄对，整个蛋黄，而且皮非常非常薄。我们一般吃月饼是外面皮厚的要死，里面蛋黄一点点，这个别人是这么做的。但美心它就皮很薄，里面蛋黄很大个，里面还有流心，还是有酥皮的感觉，对不对？对，酥皮也是用蛋黄做的，不吃太多了。酥香松滑。好了来，先给大家上链接，我们是9点钟准时开秒，全网最低价，原价248，今天直播间228。321上链接，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248的价格是平时我们百亿补贴全网最低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已经最低了，但今天更低，就是这一盒还有礼券，对，又在这一盒在某个别的地方要卖300多，嗯，因为我要和他就和你说，就我朋友他昨天刚刚在某个别的地方买了，他是300多买的，我和他说，我说今天我和对我和周浩良直播200来块钱，他马上去退掉，可以退掉等着直播间来买，哇塞，而且这个买多一点送人其实很划算，对对对对对对对，重点我刚刚想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流星为什么没有那么大幅度，是因为它就微波加热以后它就会变成更多的流星在里面，对对对对，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感觉多一点的，你可以先加热吃，好好吃啊，我把这个零度的喝一下，我也想吃，要不今天放纵一下，不行，已经吃饱了，这么自律而且还超点了，九点还吃东西，自律哇，来好来看一下，现在已经开始秒了，我和大家说一下怎么来领这个券哦，怎么来领这个券，来导播老师看这里，点击进去，在这个地方领20块钱的券，已抢光，券能加吗？啊，抢光了，瞬间秒光。你准备了多少？准备了很多，但瞬间抢光了，瞬间抢光。因为这个真的是时候啊，因为过几天就是中秋节。对，过几天就中秋节，真的是时候。来，下面我给大家，但是248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哦。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拼多多，什么是拼多多的百亿补贴。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今天除了蛙哥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来宾会来现场和我们一起。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吧？是一个神秘来宾吧？对对对对对，今天会有，因为我们今天会有神秘来宾来现场和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推荐好产品。来，麻烦导播老师给我切一个近景，来切给我吧。好，和大家说一下拼多多百亿补贴在哪个地方。大家打开拼多多 APP， 来，近景在我这里了哦，来。打开拼多多 APP， 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拼多多百亿补贴。百亿补贴这里点击进去之后，全部都是全网最低价的好产品，都是全网最低。你看，一直往下拉就是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全都全网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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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网最低的产品。然后点进去就看我直播，这就是拼多多百亿补贴，每一个产品全部都是全网最低价，我们是保证全网最低的价，要不然。我们假一赔十，就假的话赔十，然后如果不是最低，直接退掉，就一定是全网最低，这个可以放心哦，一定是全网最低。好了啊、哦，来，导播老师给一下我，然后今天呢，我们会邀请一个今天我们会邀请有一个神秘嘉宾来现场，那到底那个神秘嘉宾是谁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哎，你也想知道吗？我现在一直还是懵的，到底神秘嘉宾是谁？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这里过中秋节，到底是哪个神秘嘉宾会来呢？所有的宝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我也一样非常期待，一样非常期待。然后刚才我们上了很多的，比如说月饼，大闸蟹也好，大闸蟹是今天必买的哦，大闸蟹今天一定要给我去买，大闸蟹今天一定要给我去买，好不好？然后还有那个锅。那个炒锅一条，那个锅是我今天力荐，那个锅是我今天一定要去买的锅，因为那个锅真的质量很好，外面全不锈钢，里面是不粘的。那口锅来，我看一下那口锅在几号链接？那口锅在我们的第4号链接，那口锅也一定要去买，因为这个锅真的质量非常好，而且它是全不粘的，好不好？今天后面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后面还有哪些产品哦？后面还有我们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我们的蜜柚，还有我们的松下电动冲牙器，还有我们的华为的那个手表，还有联想的平衡车，还有我们的秒杀，那个还有一个朗逸汽车的秒杀，还有飞利浦的卷发棒。还有爱上燕的鲜炖燕窝，还有 SK2 的神仙水，还有兰蔻的小精华，还有菲洛嘉的十全大补面膜，压压棉衣，很多很多，还有舒克的电动牙刷，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完美日记的那个粉底液，华为 Nova 6，还有大闸蟹的10个免单，好不好？所以后面还有，反正就是
好货还非常多，日本相应的保温杯，冬天要到了一定要买保温杯哦，还有 DW 的手表，还有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上一次小蛙哥来，因为这是科沃斯是我们蛙哥代言的产品，上一次卖得非常好，这一次推荐的是比上一次还要升级的更新一代的产品哦，也是科沃斯的啊。来，还有东林面包机，上次面包机也卖疯掉，今天再次来返场。还有百丽斯的乳胶床垫，我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乳胶床垫它的乳胶液全都是泰国进口的乳胶液，品质很高，但价格非常低。还有 More Free 的那个一节的氨糖，今天真的好产品非常多。那下面我要过去了，因为我们的那个神秘大来宾已经来现场了。来，神秘大来宾来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神秘大来宾是谁，跟着海琪的脚步一起来到我们的第二现场区域。工作人员，导演，两个神秘大来，这个。这个天哪，哪个是小蛙哥呀？刚才是他吗？刚才是穿这个衣服吗？你是蛙哥？粉衣服是蛙哥吗？粉衣服是刷蛙哥，那白衣服是谁？白衣服是谁？大家猜一下，白衣服是谁？白衣服是蛙哥吗？这有点为难我。怎么办？大家猜一下是哪个？粉衣服还白衣服？大家刷粉衣服还白衣服？我不知道下面哥该和谁搭，哪个？看一下，粉衣服是吗？是粉衣服是蛙哥是吗？粉衣服是蛙哥是吗？白衣服为什么在摇头？粉衣服好，那我这样，我要考你，考两位一个问题哦，考两位一个问题。上一次七夕的时候，我和蛙哥在现场跳了一个舞，我问一下大家。我们上次挑的是一，我给大家两个答案，如果你选 A 是海豹舞，如果选 B 是水母舞，我看两位谁是回答正确的啊？谁回答正确的？来，你粉衣服的蛙哥你先选，我上次七夕和你直播的时候，跳的是 A 海豹舞还是 B 水母舞？你选一还选二？用手指一下，粉衣服蛙哥，你用选手一个海豹舞还是那个水母是吗？两个都选啊？什么鬼？好难啊！怎么办？我要哭了。那个好，我就看到我就听粉丝的，哪个粉丝刷的最多我就谁来。粉衣服白衣服帮我刷起来，粉还是白？白，粉色是小蛙，粉色，白衣服，赶紧，粉还是白的最多，是不是白的？我要揭面具了，笑得好大声啊！这位哥哥，你说句话吧，要不这样，来，你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说话，气死人！好了啊，粉衣服打个招呼。好了，白衣服刷的白衣服是最多的，来，白衣服是刷的最多的。那这样吧，我听粉丝的，粉丝说是白衣服，来，三二一，白衣服的请揭面具，到底是不是？怎么知道的？但是你们两个人体型都一模一样哎。那不好意思，粉衣服的这位，我也不知道你是某位嘉宾。谢谢，太棒了，太棒了。怎么猜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身形身材真的完全。你可以问一下那个现场的网友们怎么看？他们全都哎，你们是怎么猜出来的？看看他们怎么猜出来的？怎么说？哎，你们刷一下刷屏，怎么猜出来的？就是最主要是看出哪里了？发型、身材、裤子看见的。挡住了吗？他们说看的太多了。这还看他发型？然后呢？看到你的手，他们说看到你的手。我的手在长。然后还有人说是直觉。啊。他说直觉。啊。发型。
皮肤比较白，皮肤没看到，皮肤没看到啊。你的粉丝连你耳朵上有痣他都知道啊！哇，这是铁粉，给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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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手，帮我把那个我脚本拿一下，谢谢。哇哦，这都知道。好了啊，你下次如果来，请不要这么任性。没有，我本来想要问你们要那个变声器。就让你们多猜一下，让你们提供一下线索，让你们知道更难一点，更难一点。但是你的粉丝其实还挺聪明的，因为他连你有三颗痣都知道，我都不知道。但我刚有露耳朵出来吗？有吧，应该有露到出来。哪一台？哦，那台。哦，那台可能有三颗痣。哦，没注意到这台。哎呀，这样的，连痣都知道。再次玩一个狠一点的，套个。整个套起来是吗？套个不要这样子，我有点慌张弄的。没有，为了让看的朋友争取福利啊，他们猜对了截屏又可以得到。来猜对了截屏送什么？我们这次送大的，因为大家都猜对了，是白衣服送小蛙签名照。耶耶，送签名照喽！ Yes, yes, 送签名照喽！那刚刚有截屏吗？刚刚没有截屏，就是等你那个签完之后让大家刷起来。OK， 好吧。那要把那个答案。那等一下，我们说一下，看他们猜什么东西。那答案已经知道了。两张，你签我们三张的，签三张吧。好，我们这一趴先抽个三张，好不好？这一趴先抽三张。这个笔好像不太行，还有新的笔吗？这个笔是这个笔不太行。好了啊，先抽三张，这三张已经签完了。好了啊，来先抽三张，让大家回答个什么东西呢？你说。好，两个字，两个答案就两个字。两个字啊，嗯，我们刚刚火锅里面吃的。吃到嘴巴里的随便一种食材，好啊好啊，好吧好吧，好好好。刚才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吃到嘴巴里面的随便一种食材是什么？看大家有没有记住，就是注意到那个细节。有时候可能看我们听我们说话，看我们没注意到我们吃什么，就很考验人的细节。对，所以做小蛙的粉丝，你知道面面俱到，就你要就是一定要耳听八方，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好，来。我抽啊抽啊，大家刚才吃到什么东西了？吃东西，吃火，一定要是火锅里面的东西哦。抽三张，我们一张一张抽，好吧？蔬菜算不算了？蔬菜不算了。蔬菜不算。菠菜就算，哎，菠菜就对了。菠菜对的，对。白菜也对了，也对了。娃娃菜和白菜应该是都对。对，也对，对对。好了，来先抽第一张，来，一二七。好，来看第一位是谁呢？上面这个，菠菜对了，10万飘，10万哦。哦，十万哦，十万，最上面还有一个，对，十万菠菜 ，OK， 恭喜三个，来，好，第二个，一，二，七，好，第二个，宝宝霜，上面这个，宝宝霜都是菠，大家都指的菠菜，因为你说了菠菜，对，其实我们不只是这个，我们还有那个菇，还有那个叫什么菇吧。菇那个金针菇也有，金针菇还有金针菇、白菜、菠菜、羊怎么菇？羊，这个叫什么菇我也不知道。好，来，时光，一二七，白菜也对，上面这个 L A M O Z L A M O Z 菠菜 Lamos 好 Lamos 又要刷单号，要刷订单号，哎，对呀。啊，好不 ，sorry， 我忘记了，那重新再来一次好不好？ Oh, 对不起。哦、oh, ，sorry， 要刷订单号加那个答案。那刚刚那个什么票啊？都啊，对对对，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吧。都是过眼云烟，重来一次啊！一二七，重来，重来，重来啊！刷订单，罢工了。来，刷订单号加。订单号加那个菠菜吧，或者白菜。答案吧，好吧。订单号随便一个，今天在小红盒里面随便买一个订单号。其实他们很开心，因为没有抽到的人开心了。对，刚刚那个还可以再有一次机会的。原来你是有别有用心的。谢谢我啊，来谢谢我没有抽到的宝宝来谢谢我。好了啊，来订单号加答案，订单号一定是在小红盒里面买的订单号。但是刚刚你这三个抽到的还是空欢喜一场。搞不好他们还也有订单号的。也有订单号，对，有订单号，就是对。我先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会抽10张，所以第一次3张没有抽到的宝宝，不要着急，还有机会。对，不要失望，还有机会啊！来，一二七，真的都有订单号了，都有订单号。第一个 King 开 ，King 开
King 开菠菜，菠菜，嗯，大家好 ，OK，OK，King 开是 OK 的。第二位，一二七，接。千色玫瑰，订单号，订单号加白菜，对的。OK， 好，第三个，千色玫瑰，第三个，一二七。上面一个没有刷那个什么菜，第二个呢就银宝儿。银宝儿，银果儿，银答案对吗？答案对，白菜，白菜。好了，恭喜以上三位。好，来，唉，吃完了火锅，吃了那么多东西，我们要来点饭后水果，好吧？我们先给大家上吧。这个是关西的蜜柚精品礼盒四个装，原价39.8，今天是33.9。来，三二一，上链接。哦，来，哎，蜜柚跟普通柚子的分别是什么？蜜柚，你先尝一下。我知道它成分什么，来，我给大家尝一下。蜜柚就是它会更甜，嗯，这果糖更多，嗯，很甜，而且，哎，这个其实比我觉得比那个更有中秋节气氛。刚才我和大家说，就是我没和大家说过，就是这个是有什么习俗啊？就我们在家的时候，哎，我也会，啊，也会用这个来做灯笼，做灯笼对不对？香港是这个，然后把它吃中间吃的嘛，然后这个皮用。插个蜡烛在里面，就吊几根绳子，就是一个比较自制的灯笼。哦，就是香港是有这种习俗，就做灯笼的习俗。灯笼，我小时候在家里，我们那边是这样的，就是要感谢月亮。哦，你刚说了，谢谢月亮婆婆。啊，完了摆一桌，然后呢，给月亮。对，月亮最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外面一起感谢月亮。然后呢，这个东西一定是最正宗，反正主要的中间主要的，所以说中秋节我们一般是吃月饼，吃这个好像是大闸蟹啊，而且这个有什么好处？这个它是红心的，红心的它会，但是你给月亮吃完以后，你大家也可以吃，一起吃，跟月亮一起吃的意思，团圆嘛，好好吃这个，非常甜啊，这个非常甜，然后大家自己去买就好了啊，今天价格也很低。甜柚女孩，说不吃，说不吃，说不吃，又吃了，很甜，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很甜，吃一口。这个而且它粗纤维很多啊。另外，我先不吃了，我先给大家上场面。没有，最主要是它有个细心的人帮你剥好，在剥的过程比较，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剥，对对啊，而且剥了这么工整的，有点技术。如果我把你这个剥给你，会很感动吗？感动，哦。真的就是有一个感动，这么贴心，对不对？哎，剥了这么整齐哦，没有散掉哦。好了，你刚才吃了一口了，我满足了。对对，不厉害，厉害。好了啊，买回家之后可以剥给爱的人去吃。然后这个蜜柚很好吃。然后下一个给大家上一个就是，来，我一直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哇哦，你的牙，好白。我小时候有，就是爱玩刷牙的游戏。小时候就是喜欢拿着牙刷一直在刷牙。这个是我们松下的电动冲牙器水牙线。松下这个牌子应该不用介绍，因为大家都知道吧。松下，我怎么第一次听到这个？有点像牙去检查，去例行检查，他帮你清一下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通常你会只是用牙尖刷之类的去清一下。对。哦，这个是用压力。对，因为我是每一年都会去洗牙的，包括一年洗一次牙，也会也会。对，就需要去洗牙。洗牙的时候呢，那个。要用就是这种东西把牙缝里面的，是因为你刷牙没办法刷每一个牙缝里面的藏的那个食物，如果你没刷掉的话，那个食物就会长时间久会变成细菌，细菌就会变成别的东西，就会变成但是有一口对亮洁的牙齿很重要，对，所以那个牙缝很难清，对，牙刷基本上没完全清洁得到。今天先给大家上链接哦，原价是299，今天是158。来，三二一，上链接。每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和猪猪女孩都需要它。而且这个管子细，你可以把里面的牙缝也处理得到。对，通常前面比较容易嘛。对，里面你可以把管子塞进去。它有两个档位调节，因为今天现场没有准备水，要不然我会在现场给大家冲一下，因为要不然也会那个。其实我的牙齿也不算很，我的牙齿厉害厉害。我的牙也算白吧。白，而且很整齐。还好，我的牙也还好，整齐。我会刷牙，我是每一顿吃完饭都会刷或者漱口。你的好白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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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比我白，而且你的牙比我整齐。没有没有，我整齐，但是我还也该去洗牙了。我刚上个月洗了，我也很久没去洗牙，因为医生说每一年要洗一次，因为有那个牙结石。嗯，因为疫情啊、哦，对对对，比较预约很难预约，你也不敢到处跑，所以对对对，也很久也需要洗牙。而且我发现你牙齿就因为我的牙齿是大小不均匀的。哦，我整齐的，你很整齐，很均匀。我家里。爸妈都整齐，所以我就遗传叫遗传整齐、而且牙齿好的人会更长寿哦。对，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用牙齿去咀嚼，对不对？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东西咀嚼的不细腻，就直接吞下去，会加重你的胃的负担。有道理。你胃的负担大了之后呢，可能胃会产生一些疾病。但如果你牙齿好的话，你就能咀嚼得很细，那些长寿老人就百来岁老人，他们牙齿都很好，但也不能全靠天生。对对对，就是你牙齿好，你肯定要保养，是后天你要保养清洁它。对，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清洁牙缝里面的食物，它后来变细菌，你就开始会蛀牙、牙周病，就是各种都是从那个牙缝里面的长那个小小的东西，变演变出来的。哦，所以我通常会刷牙前会。牙间刷，如果这个东西就更好。对，好，我们小蛙今天普及了很多那个对牙齿好的知识。那这样嘛，既然你普及了这么多，我们再送个福利吧。这个给大家抽两个免单吧，好吧？我自己很有兴趣，很有兴趣是吧？这真的是还不错的，比电动牙刷来的更好。因为是来的有，因为电动牙刷完之后，再用这个洗牙去冲牙缝里面的，先冲再刷，对，先刷再冲吧。我不知道是，我会先清洁都可以、因为清洁是大块的，冲掉，刷干净很容易，先冲掉再刷，冲掉都可以啊。还是有别的方法，都 OK 啦，我觉得应该是都 OK。好了啊，来，我们在今天希望所有的粉丝的牙齿都能够非常好，好不好？以后见到我们小蛙保养得很好，对，见到小蛙哥的时候都能够露出最洁白亮丽的牙齿，对你微笑，对，没有牙齿的问题。对，所以我们送两个，送两个免单，免单哦，就是买了这个牙器的。他说不要，买了这个洗牙宝宝吗？买了那个洗牙线的啊，买了那个。冲牙器水牙线的宝宝，把订单号刷起来，抽两个免单。好，一定要是买了这个的啊！时间够了吗？够了，直接准备一、二、七，接。来，挡住了。第一个 AMY，Amy。哦，你都看到挡到一半的第一个，刚好能看到。你看，因为我都以为是上面才是。只要号码能够看到就 OK， 我觉得号码都能看清楚。好了啊，来第二个。再给你五秒钟，一二三四五，一二七，结。好，初心998，初心不忘初心，是对谁的初心呢？998啥意思呢？998就是99，长长久久。998初心就这样吧，998救我吧，救。不知道啊，初心就是我吧，是吧？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他可能有别的意思。对，初心998，来帮我拿一下，好，拿一下。我真的其实中秋节能够和家人在一起是，你平时中秋节会和家人团聚吗？没有哎，这个没有像农历年这么。机会大，就是通常都可能在外地工作。对，但其实如果团圆农历年，可能机会会大一点。哦，平时农历年应该是不开工了，就在家里。对，通常农历年比较不用，大家都休息嘛，所以你就有时间可以回家。往年通常都可以在农历年的时候再回家，回到家团就是所谓的团圆一下，和家人啊，然后兄弟姐妹啊什么的一起。对，起码吃一顿饭。然后除夕夜啊，他们会去逛那个花市啊。然后我们吃完团圆饭，他们逛完花市回来，已经凌晨了，很晚了，就一起封。以前是妈妈去把红包塞满，然后给我们。那现在我是帮妈妈塞满，然后给妈妈帮妈妈给红包以后，然后再帮她每一个，她也要发红包，因为香港是长辈就要发红包给小朋友的，所以就是也帮她一个一个。红包封好，让他去从
大年初一开始就可以发红包。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人长大了就是一个角色的变化，就是、长大了对对对，对家里要担起更多的责任来，然后爱更多的家。因为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是十一和中秋刚好假期连在一起，会放一个很长远的假，就放假嘛，就十一中秋，因为中秋在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统佳节。这个假期很多天吗？有七天、哦、七天其实还挺久的。七天，对啊，所以七天可以好好陪家人呢。哇，哇，对不对？哇，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工作人员很多都是七天之后都会回家，陪家人，因为家人很重要啊。家人是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你永远可以回家。嗯，对不对？也刚好有这么长的假期，你回去就可以待久一点，对，陪陪家人，好不好？就跟农历年真的差不多。对，跟农历年差不多，可以大家一起回家，然后陪陪我们的家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所有的宝宝。如果你刚好有八天，他们说八天。八天，就是如果你刚好刚刚有买到那些月饼啊、甜柚啊之类、蜜柚啊之类的东西，就可以顺便带回家给给爸妈家人一起共享。对，一起共享啊。赏个月。对，赏个月。这个团圆。吟个诗就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多棒呀，就真的是因为平时我们工作都很忙，我相信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嘛，八天很长，对啊，就很少，十一都没这么多天哦，很少有时候和家人在一起。我上一次见我妈，所以你这个结束以后你就直接，我就回家了，我就晚上本来因为多好，我家里这边不远嘛，我说让我爸晚上开车来接我是有点危险，然后我等一下你自己回去就好，对，我自己回去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很幸福哎，对，所以这么近啊，很开心，和蛙哥做完中秋团圆直播，然后直接回家见家人一起过节，我就很开心了。真的，而且是待会就可以到。对，这个就可以到，很开心啊、哦。Okay. 然后我觉得陪家人很重要，真的、一定要陪家人很重要，真的。好了，来下一个，我们在九点三十分的时候，会给大家秒杀华为的秒杀那个汽车。九点三，我看一下，是汽车。九点三十分是秒杀那个大众揽意汽车。用蓝牙汽车啊！好了，我现在先不说话。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在看了吗？考你一下，考你一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提是因为特别多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三四十万的时候开始，你猜现在多少万了？特别提的肯定是特别多的，也许特别少，可能超过十倍了，也许特别少，特别少，那特别少你不会特别提啊。一定是你这么懂我的梗了吗？突然来了一个什么很哇，很多人来，没有，所以才跑进来说，哎，报一下。没有，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数字，我说哦，挺多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啊。哦，对你猜一下，可能他也不觉得那个是什么。对，我不会给你看手机的，你猜一下。现在我们刚过了一个半小时，过了一小时，一个半小时，对，还不到，就比上次更疯狂，更疯狂，一千万。我们上次是播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一千万的，今天才一个半小时就已经一千万了，刚好过一千，对、我刚好过一千万，所以给你看一下，就今天大家比上次，主要是今天价格又更低，不要这样，其实我承认今天价格确实是非常低，特别是那个大闸蟹，我真的是低到爆炸了，但是主要是因为你的粉丝也想来和你过团圆节，但是千万不要为了买而买，是因为你真那个需要东西真的需要，然后你真的有刚好价钱很便宜，对，就买了，正好因为需要的时候买很多送给朋友是对的。对，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花钱的，是省钱的。对，因为对，对不对？你去别的地方买大闸蟹要一百多，对不对？我今天都不要。好了，为什么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因为一直讲快一点，到快一点，聊太多了，进行的快一点。放心啦，我看着时间啊，我们的导演在给我快一点，快一点，总要一点时间给我聊一下那个最近的状况、啊。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卖东西，我们今天是团圆。其实他们是要的，没有，我们不要。只是我们想要聊一下天，抒发一下我们的那个佳节心情。对，不管导演下去。好了，来九点半的时候，九点半的时候秒杀大众的揽意车，秒杀价只要10万块钱。这个真的跟那个奇瑞不一样吗？另外一台的，那个奇瑞是5万块钱不到。对，那个奇瑞是便宜了1万块钱，我们这一台是便宜了4万块钱。哦，便宜了4万块钱，而且是轿车排行榜前三，一个月卖了4万多台。配备后驻车雷达，停车更放心。配备天动、电动天窗，视野更广。好了 ，OK 了，反正我们对车不懂。大众是 Volkswagen。对，大众。Volkswagen。好，来3、2、1上链接，给大家上秒杀。九点半就秒杀这么一个吧，好，安心了。来，功课完成。到没在？你在催我，在催我。哇，这个其实你，其实
卖一台就贴四万，很多，就四万块钱，贴四万，就我们补贴四万，因为你想，所以你到底想卖多还是卖少？我希望不要卖，但是没办法。但是你就是有这个东西提供给大家，就是但也福利，就是希望大家买便宜东西。但是其实你压根不想买太多。你不选的话，我就不卖了。就是你看到便宜四万块钱说上吧。我选的时候没那么想的。对对对，选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东西对大家有用，对不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觉得那个好，这个东西好。我不是因为看到它折扣多我就选。是觉得什么类型的东西都应该有一些。哎，刚好放假八天可以开车。自驾游，带着刚刚买的东西回家里跟家里团圆，赏个月，吃蜜柚月饼，吃月饼大闸蟹。吃完如果你还可以自己洗碗的还可以。还不用自己动手，携带型的那个洗碗机就放。哎，那个洗碗机能够放到后备箱。那你车能有这么大放这么多东西吗？能放 OK 的，它的后备箱很大。它有后备箱，它能够把整个那个洗碗机放进去。像比如说我这么懒的人，蛙哥是很勤快，他会洗碗。我这么懒的人，我是不洗碗的。我洗碗。这对。我洗碗很好玩。好玩吗？对油。就好啊，你揣着热水洗，很好玩，洗碗很好玩，把地方洗干净，你不觉得心情很愉悦吗？所以你看到很多碗在，就是厨房很脏，其实心情会，就会被影响。所以我做不了偶像，因为我太懒了，就是我没有一点好的东西传授给我的粉丝。所以你家里厨房是堆着一些没洗过的碗。我会找阿姨。哦，对，我不喜欢，对，我喜欢自己，是吧？自己把地方弄干净。所以就是我就做，我就是自己的阿姨。对，你就我要做自己的阿姨。哦，每个月好省钱哦，就每个月阿姨的省钱的时间。也不是省钱，就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活动、啊、对，我觉得是好的，但不要学我不洗碗请啊，一定要学小蛙。没，但我也有不洗碗的时候的，我也有放着，可能隔一天的，但也是自己洗啊，也会洗了，反正也会洗了，但最终还是你自己洗。像我是彻底不洗，我看不顺眼我就会洗了啊，我总会洗，我永远都不会看不顺眼，我永远看得顺眼，就堆着吧，阿姨会来洗。好了，来接着给大家上下一个产品，下一个是我们的华为的这个表。喂，哎，华为不用我介绍了，是中国的骄傲。对，来，我们的骄傲来了，小骄傲来了，华为的这个表，很多人之前都说已经看它这个功能，其实你想到它的功能都有。对。哦，哇，好高级啊！就是量所有心肺记录的啊，对，运动的所有各项运动记录啊，对，播放音乐啦，对，然后指南针啊，手机功能啊，轻，为您戴上。好，哦，它是圆形的，而且它这个镜面很好看，很酷哎。哦，它的数字是大的。OK， 好了，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戴上手上的感觉，好，形状啊，很帅，很酷，哇哦，觉得呢？很帅，就很有质感，就那个质感。他已经在帮我量我的那个心率啊脉搏，对，它能长达两周的续航，支持100分钟的运动类型，支持音乐播放，丰富的表盘搭配，更有手机一碰传的功能。如果你是华为手机，可以直接和它对传哦。Okay。把世界装到你的万件。哦，你打开了。打开了。嗯。扫码配对，碰就打开了。手机配对。我叫设定。设定语言都可以，都设定。留给买了的。留给买了的吧。你看，设定个语言，中文。配对。哦，就用你的手机。配对一下，因为如果你是华为手机，和它碰一下就连上。就一样的。对，很好，来上链接了。可以用这个来打电话。原价799，今天直播间699，来321上链接。上楼，让世界装住你手。我和大家说一下，抽大闸蟹的10个免单，不要着急，我们会在十一，他们还记着呢，他们一直担心你忘记，一直提醒我这个事情，我记着。还是你想故意忘记？没有，别人都记得，所有人都记得。毕竟是你答题，你想要拖延一下。
毕竟是你答题通关给你的福利。对呀、啊，我是争取回来的。好，你争取回来的，我会给你的放心，好不好？79×10就790块钱，我不至于这么抠、好不好？来，下面导演帮我报销一下790块钱。那搞不好也是没货了，你不得已啊，我体谅你了。我们那个是免单，就我把它抽免单。哦，已经买了。对对对，买了的，买了的啊。OK， 会给大家抽掉，抽免单啊。好好。还有10个，我记着不要着急，我们在11点钟之前一定会给大家抽掉。小蛙哥走之前会给大家抽掉。那他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现在？现在就是现在，7分没到。现在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没有来看。啊，对对对对，很多人还没来，还没买的。对，毕竟我们今天要播到11点，对不对？很多人还没。再留一点，晚一点给大家没买。可能有些人在加班。哦，加班还没到家啊，对不对？可以可以，再让我们再给个一小时，对，晚一点吧，晚一点给大家，晚一小时，10点40分、50分左右给大家抽，好不好？ Okay, 好，好了啊，这么晚了。结束前就对了。结束前给大家抽，因为万一大家可能刚刚吃完团圆饭，因为今天周五嘛，对不对？是周五嘛，然后刚好大家和朋友聚完餐回家，好，晚一点，等人多的时候再来抽，人多的时候再来抽。好了，来，接着给大家上下一个，下一个好高级啊，哇！下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我本来想给你展示，但是这个真不容易。这个是在现场，可能那个场地不太允许场。这个很酷，这个很酷哎、欸，很酷。这个东西好多种，有一个是可以夹在腿，对，夹在这个位置，夹着的。对，这个就纯粹要就踩在上面靠平衡，不，它要经过一小点，要小小练习。对，我要扶着你，我要扶着你，我玩过，我也失败过。你确定吗？算了。没有，我只是你记得我扶你一下，我怕你。没有不，我不用，我不敢玩。对对，我不敢玩。我练过，练个那个蛇的走法。哦，就可以蛇着走，对吗？这个还是很高级的，这个采用超跑造型外观，非常厉害。然后全新的轨道电机加 LED 电灯，然后它的电机旋转会有7色变化，就很厉害。然后呢，它有低电量的保护，拎起来停止剂，8项安全保护剂，就你拎起来，你停下它就自动停了，就会很好的保护，因为这种东西很危险，就不会的人会很危险。但我们今天保护的措施很多，好不好？它是16年装作平衡车的，今天品牌很大，是联想品牌。会不会跟那个联想的其他产品有关？就是它会有一些电脑程式。就是它里面的智能芯片都是按照那个联想的工程师，就它有它的技术去开发厉害的电脑，它有它的技术来开发这么厉害的平衡车，好不好？专利技术及安全保障都有哦。来，原价629，今天直播间价格569，来321上链接。哇哦。哇哦哇哦，这个哎，这个就是什么？比如说你平时在拍戏的时候，要赶片场的时候，对，然后就直接从 A， 或者是你要到外面，一个部分、一个区域走一小段，有时候一个什么一个社区啊，或者是你到演唱会的场地，你要从那个到很远，所以这个小范围的。对，或者是你们上班的园区里面、你要出去买个东西。对对对对，比如说我住我公司，我离我公司是走路10分钟左右，10到15分钟左右，但我就可以其他就只要5分钟，对不对？而且我随时可以带，而且你可以进地铁，然后。但这个挺快的，也要注意，也要注意安全。对，一定要注意啊，其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骑这个平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但是它真的是很管用，真的，就是能够节省很多时间。对，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包括你平时说开车不好停车，又很堵，你骑那个电动车有点危险，是吧？电动车也不太安全。而且这个外形很漂亮，很酷，很漂亮，这个设计很漂亮，很小，你放行李箱里面托运都可以。天哪，我就今天现场场地不允许，场地允许的话，对，因为我真的玩过这个，我也帅过，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有印象。明天热搜，钟汉良自曝玩过平衡车，不会玩摔了，帅过，练好一段时间。钟汉良玩平衡车，我觉得他肯定改良过，就是几年前跟现在的这个平衡车肯定比较容易上手，就是你练习那个平衡过程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对，因为可能以前是它不太容易控制，这个更好控制。你要怎么样才是往前，这样才往前走啊？这样就转弯、啊。转弯，这个你要很控制。如果它敏感一点的话，你就很难找到那个点。如果它能够更人工一点，我就比较容易上手来容易的控制它。对，这肯定要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练那个人的平衡力也很好，对，你可以练得更加 balance， 让自己更平衡一点，整个人的协调性啊也能够去练习，对不对？好了，来，这个
给大家上了哦，给大家上了。然后很有兴趣。然后我们今天在那个十点的时候是吧？十点的时候会给那个给大家上 iPhone 哦，大家不要着急。好了，来接下去给大家上那个飞利浦的转化棒 iPhone， 呀、yeah.。价格超级低，超级低 ，yeah，eleven 是十一，价格超级低，真的，对，就低到我都想抢一个的那种。有几个？有挺多的，其实挺多的，但还是要拼手速啊，拼手速。太啊？什么？你要买六只？你这啊，内存不够，对啊，你机体不够啊。就他有64G 的，有128G 的，应该有，大容量也有，记得抢哦！就挖个了工作人员准备抢 iPhone。yeah. 上次听说他们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在我们。他们一直在买啊，不过买的东西是他们想买很久的，只是刚好你价格很便宜，他就一并买了，就全部一起买。哎，这东西我不会装哎，这东西怎么装啊？这个是我装，这是那个女士的转化棒，做造型的。对，所以我不会装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不是女生，也不是女生，我也会用这个。你也会用是吧？有时候想要做一些自己，我有做一些 wave 啊，一点点。造型做的时候会，我因为我头发很短，我就今天也有一点 wave， 就夹一下，就是也有一点点，很方便了啊。那我这个想夹出来还吹出来的，我忘了。吹夹可能边夹边吹吧。对，夹着吹。还是夹住了，好像夹住了。夹住然后再吹过去。夹没有夹了，就是等于是有热力了。哦，夹就夹出来就好了。哦，好了，来这个转发棒，飞利浦的大品牌，直卷两用，又能拉直，又能变卷，应该是这么理解哦。来，原价299，直播间太便宜了，99。来，321上链接。99。又难以置信，就而且是飞利浦这么大的品牌，99，60秒快速加热，80毫米直发板夹块，它有两个，有直的有卷的，一个热巴的，一个夹直的，夹直拉卷，一个是夹卷的，对，所以功能很多啊，每一个女生都给我去买起来。每个女人都给买，电动牙刷有的不要着急啊，电动牙刷有的不要着急。好了，来下一个，帮我拿过来。换电棒，下一个 next one， 换卷棒，哇哦，沉，像不像感觉会用啊？下一个热搜，沉迷在自我发型中的蛙哥，就长头发做造型会比较好做，这短的也要，但我短我，你知道我刚才应该大家你这样就太短了，大家都知道我是很懒的一个人。就是、所以你现在剪短发？对，而且我平时洗完了我都不吹，它自然干了就这样。这个可以。对，就自己干了就、这个、就这样，但方便。我这种不行，因为你们要做造型嘛，平时一些拍戏啊什么的。这个也太长了，这个你不吹它会是要试很久。哦，还是要把它吹干。吹干。对。但是你们是因为比较好做造型一点，比如说拍戏啊。对，你稍微有一点长度可以变化嘛。对。上太久就只有一个样子。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脸小。像我脸大，我就要该剪短一点。我不小。我们俩比一下，看谁的脸小。来，帮我们给一个。但要把身高算在那个。不算，不要算身高。单不要算身高。单算脸。单算脸谁小？我怎么才正？我这样才正。嗯，怎么才正？你的皮肤比我白。嗯嗯。哎，我找不到正的哦。那个是真的。你的皮肤比我白。嗯。我要和你一样。对，高一点。你的皮肤比我白。哎。你的皱纹比我还小，比我还少，但看不到。你的脸比我小，因为我这个地方很宽。是啊，我这里很宽，我颧骨很宽，但你脸很小。哦，那这样就对了，因为我的身高比你高嘛。Fine， 身高无所谓，我不 care。如果把身高算在那个计算里面，就是我对的。好了，我身高1.85米了，好吧，你们记住我身高1.85米就好了。耶、yeah, yeah, ，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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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好，来下一个，不要说身高。气死了！我1.58米。我跟你说，就是1.58米，就是体重的话，我可以努力去减掉。但是身高我变这么长，我想缩短，我变不了。哦，有些人喜欢不要太高的。不要太高的吗？他觉得下面的空气比较好。我，下面空气会比较好吗？下面我怕窒息，下面是无氧层。好了，来下一个是我们的爱山燕的仙炖燕窝。对，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7瓶怎么这么灵啊？不是8瓶或6瓶，7瓶一个礼拜。
哦，他嗯，我刚刚给我妈妈订了这个燕窝，一直吃啊。对，我妈每天都吃，而且订的就是爱上燕这个品牌的、嗯、然后我和大家说一下，它是先炖的。什么叫，因为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妈每天在吃、嗯、每天在喝，然后她每天给我反馈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改善。这个整个拿出来，它里面是这种。那它吃了多久了？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吃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帮我拿那个剪刀拿一下，然后就有很明显的效果。很明显，而且因为它的整个的是外在还是说心、那个、内外，它内外一起调，它整个肤色什么变好了很多，精神，对，精神状态啊，然后抵抗力变好，抵抗力，对，因为我妈抵抗力非常弱，你知道，因为她有甲亢，烟窝有这个作用，我妈有甲亢，甲亢就是这里可能喉咙那边可能有一个东西长在那里，哦，这个有滋润喉咙的这个意思，然后她是走一段路就会走得很累，嗯、就全身都是汗，因为甲亢的人都是容易出汗的啊、哦嗯，然后因为我就给她进，而且但是她又不能大补。你看人参啊、鹿茸啊这种东西是大补的东西，虚不受补。对，虚不受补，你又不能大补。嗯、但是呢，像我们的燕窝这种东西啊，它是温补，嗯、温补型的东西。嗯、所以说每天，对，一点点。我就这么和大家说，你看一下这个包装啊，里面，来，七瓶全都是鲜炖的、鲜炖什么叫鲜炖哦？就是我这摸起来还有一点点冰凉的感觉。我们送到你手里是一张卡。这张卡片拿到手里面，你什么时候想喝了，我们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帮你送过来，而且刚好是一个礼拜，刚好是一个礼拜的量，而且就像大闸蟹一样，对，你就可以一天喝一瓶，一天喝一瓶。如果你今天买两份套餐，就不是七瓶，是14瓶的，那你不用你说话，你喝完之后它会自动再给你送。然后因为我跟我妈订的是一个月的、所以我妈是不用等了，就每天喝完了就自动给你送，就一来就四盒，对，一个月一来，没有，一盒一盒给你送，你喝完之后他自动给你送，因为他要保鲜，每个星期给你送一盒。对，我今天打电话，对不对？然后他今天新鲜给你炖，炖好之后直接顺丰发出来，第二天就收到了，而且里面还有冰袋，保鲜的非常好，非常新鲜哦。来，给大家上链接，原价397的鲜炖燕窝，今天直播间到手价289，来321上链接，里面只有燕窝和那个冰糖。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好想吃！哎，帮我拿个筷子吧，来，把筷子帮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那个燕窝的那个燕窝丝，非常多那个燕丝，有，肉眼就看到了，全是那个，拿个筷子啊，我们不吃，我不吃，把筷子给我，筷子给我，就把那个里面的，我要看一下这个燕窝到底有多少，里面满满全都是燕窝。镜头应该看得到，不是这种细细的，对对对，整瓶都是燕窝，整瓶都是燕窝。当然它还是有一些液体了，但是就是液体燕窝，燕窝的成那个量很多。对，只有冰糖和水，它是零添加的，没有任何添加，是顺丰冷链送到家，所以刚好就是给你，刚好给你那个喝完，每一个女生男生都可以去喝。你看里面燕丝，都是满满全都是燕丝，而且它所有的燕窝全都进口的，整瓶都是燕窝，哇，这个不能浪费，这个很贵的，这印尼有机的青毛燕，对，就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很好，而且这个瓶，你觉得这瓶子也很精致吗？这个量刚好一天一个，刚好一天，我就和我妈说，我说妈，你每天早上起来8、9点钟。第一件事情空腹喝一瓶下去比较好吸收，然后呢营养一天营养就有了。我妈喝完之后真的就是这可以当早餐的意思啊？可以啊，就当早餐这个不太够了，就对，就空腹去喝它营养更加好吸收。所以燕窝大家都很知道，因为我一直给我妈长期坚持喝着，因为我觉得因为她毕竟年纪大，身体不太好，要补，但是我又不能给她大补，对，一定是温补。所以燕窝对女人来说是最好的，好不好？来，大家自己去买啊，自己去抢就好了。然后呢，一定是新鲜给大家做好之后，新鲜送给大家的，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汤水，哎、熬汤那种，对，熬汤，滋润女人，对吧？滋润，进补嘛。来，Patera， 等了一晚上的神仙水，每次都要 Patera， 卖得很好啊，真的，而且价格很便宜，我就要死了，真的是。好了，来下来给大家上，这个杀得很狠，又是。这个叫杀得很狠吗？这个叫狠到没有地方，低于一半呢。
低于本，这个先给大家直接上了，而且原价这已经是全网最便宜。对，神仙水我不给大家多说了，原价1540，直播间699，来321上链接。我感觉你都不用说了，我不用说了，就不说了，大家都你只是就看一下就好了，让他有这个东西，他就对神仙水自己去买啊，这个我们真的不用介绍，对，真的不用介绍，直接去买就好了，太熟悉了。太熟悉，699，而且都大家都等着这个出来，可能，对，因为这里真的便宜很多。有人问你衣服是几层？它就是一件，就夹两件嘛。其实它就是故意做两层的连在一起的感觉，这种设计。它就是一件衬衫啊，就一件衬衫，一件衬衫脱下来就一件。哎，刚才我们说，就是真的和衣服有关系。你看这衣服穿起来就会比较壮一点的感觉，嘿呀，是吧？对，看这样子感觉。所以刚刚那件比较合身，对，比较合身，就觉得比较那个。所以穿衣服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试到那个衣服是显瘦的才买。但你这个是显得就是很就造型啊 ，free 对，很 free 就是有点松身垮垮的。对，但你的脸这么小，就我们也不会觉得你的身体是很。哦，有时候你也想要制造这个效果，就是让身体穿的衣服大一点，然后脸就小一点。这样子吗？哎，工作人员帮我的那个大衣拿过来。对啊，这你穿棉袄，你的头一定小啊。真的吗？有大衣吗？真的没有大衣，就是你要看你想要什么效果啊。有时候你想要比如肩膀这个地方，你觉得不够，那你就穿一个大一点肩膀，头也会特色。哎，你这边领子是不是立起来就会也可以，脸更小。也可以，就是没有他这个穿法，我刚刚琢磨了一下，这样穿好像就脖子不见了。哦，是这样。这样好像就会更酷，很酷帅。或者一边，哦，就另一边，这一边造型啊，脖子很长。哎，我发现你脖子很长，哎，是吧？哪边长？这边长。哎，大家看，长，很长，很长，很长。好了，很强啊！来来来来来来，十点是秒什么东西？十点是秒那个 iPhone， 来 iPhone， 十点秒 iPhone 哦，十点秒 iPhone 哦，来321先把 iPhone 给我上哦，还有十分钟，算了，不着急，我以为十秒，不要提醒我，导演乱提醒，我以为他说十秒上 iPhone， 吓死我了，赶紧给他上 iPhone， 十点上 iPhone， 来下一个给他上那个兰蔻小精品，小兰蔻，哇。这个又是这个也不用介绍吧？真的不用介绍，因为下太狠了。这个直接给大家上链接，原价1080，直播间599。大家可能都不希望你介绍，别浪费时间了，直接上。是这意思？是这个意思。第一大家也熟，然后第二那个价格一出来，大家就知道。对，哎，但是、哦、这个没有刚那个这么狠。这个还没有到一半价，但是刚那个低于半价，但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狠，也很狠，也很狠了，也很狠。你去免税店都买不到这个东西。我替你们，就今天其实替你们骄傲。我真的是谢谢你哦，每一次要杀这么狠，就挖个来之后呢，会给大家送很多的福利，比如说这些价格就真的很狠，就是我们这个兰蔻，我们平时可能1000来块钱，在我们出口、哎、也已经很低了，对，也是全网最低了，因为比免税店要低了嘛，对。但今天将近也杀了50，也很厉害，真的。对啊，哎，你我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其实我和蛙哥今天是基本没有化妆，我是真没有化妆，你也没有化妆，我有一点点，我有很淡的，就是隔离霜加一点点。这是水液体的，但是你看你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化，这些地方根本这个是因为这个早上刮胡子，现在有点点胡茬嘛。对，基本没有化妆，我很一点一点一点点，几乎没化。对，但我们今天在现场基本没化妆，但是皮肤状态很 OK， 还是就是说，我是因为昨天睡得够。睡够了，因为我前几天睡得很少嘛，然后昨天突然睡了一个8小时，今天就突然好了，突然也有关系。你状况好了，化妆品又可以少很多，就基本上就是一点点啊，哪边不均匀涂一下就好了。我上次和你直播之前，我是跑了一个步，流了一身的汗，然后才来和你直播的，因为我觉得那样状态会好。对，然后昨天晚上气色有好一点，气色有好很多，然后红润一点了。对，因为这段时间我失眠会比较严重，然后昨天我是睡得比较好，然后睡之前呢，我小心肌敷了个面膜，不好意思、啊哎，因为毕竟要见小花，不能哦，你是晚上敷面膜？对，晚上睡觉之前会敷一个，然后就把精华，我就先抹 SK 做水，抹完水之后再把这个精华抹上，抹完之后然后再敷面膜，敷完面膜之后，然后再重复来一遍水和精华。你会洗掉再睡觉吗？
我洗掉就洗、把面膜洗掉，然后再把那个水和精华再抹上去。对，当然了，因为你洗掉以后你就干了，你脸是没东西的嘛。对，所以你还是要保养脸。再弄一次，然后今天起来之后，因为今天要赶车过来就是没有去运动、但是今天皮肤状态我觉得也还 OK， 也 OK， 对吧？就因为都没有化妆，就你每一次做都有每一次的作用嘛，就是你越密的做所谓的面膜、你就越保持的久嘛。对，那你隔久不久就没有。对，但是还是要听蛙哥的去加强运动啊。我是什么都综合在一起，要睡得要好、然后也出点汗、然后自己也清洁、要保养面膜就睡觉如果有力气就做、有时候我会在化妆前、上班前就是要拍戏化妆前会做一点、就刚好让那个，因为有时候做别的事情，会可以等一下，化妆前做个面膜也是好的，等它状况好一点。对，所以其实因为其实我以前不太注重保养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到我的抬头纹这么多，我抬头纹挺多，我也有的，但是表情大也有，我比你的你看我这么多，然后法令纹也很深，所以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下状态。是吧、就是所有东西要一起，不能说因为我有这个、我就去加强这个地方、其实也很难就是马上针对这个地方，针对应该是什么东西都一起，比如运动也好，你整个状态好了，这里就肯定就有帮助。对，难怪我觉得你今天状态很好。我就是主要睡得好，今天睡满八小时。昨天而已，就昨天睡满了，所以今天起来什么都好，就是皮肤就状况还是要注意休息了，真的不要太累，因为我发现你最近真的节奏有点快，拍戏什么的还是要注意休息。过几天也是会这样。好了 ，OK， 就还是要注意休息。但也不会一直那样了，就是偶尔有几天、会。对，因为我相信很多粉丝就是比较心疼的。好，刚才说到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敷了个面膜，因为面膜对我来说是急速救心丸，真的。来，下面给大家上一个菲洛嘉的十全大补面膜、来，先给大家上，因为这个品牌很出名。来，原价419，今天直播间158.6元。来，321上链接。你怎么上的都？你会前面还会放保养品吗？什么？洗干净脸以后，你在上面膜前，你会放东西吗？会。会放点什么？我会放那个水和精华。对，我会先抹在脸上。抹在脸上之后，你敷面膜，它会加快它的吸收。然后吸收完之后，我再弄掉之后再清水，就不用洗面奶，就清水把那些乳液先按摩，按摩完之后再洗掉。然后有些人会建议说，面膜是直接很干净的脸上涂着。有些人就只用一点化妆水让它好推开、就是很多人都说法不一样。对，因为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洗完脸之后，我用毛巾擦干之后，脸是很干的，我习惯性先把水化妆水补一下、然后再把面膜敷上去、然后两个营养都一起吸收、然后敷完之后，然后再按摩完之后再用清水。你在面膜有的时候按摩？对，因为面膜有的时候一定要是滑的时候按摩，就去做一些提拉。就脸变小了，每天往上拉。你很懂哎，就是，哎，我天哪，你讲的我有点都不知道。毕竟我是30好几的人了。面膜我通常不会动它，因为面膜就是要那个，我会在那个精华液跟lotion 的时候会推一下，让它导入啊。但这个叫需要推吗？这个尽量吧，就看面膜你会在。涂上去以后，最后去按摩，对，退对。然后这个面膜怎么用啊？就洗干净脸之后，擦上爽肤水或者喷点保水那个喷雾。哦，对，他建议是有一点。对，要有一点。然后呢，用手或者那个面膜刷，均匀的刷在脸上。过了20-30分钟之后，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对，他其实不用按。对，这个不用按，清水洗干净，直接就 OK 了啊。然后呢，再最后再抹点爽肤水和。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是习惯性这个样子。按一下。对，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还不错。来，自己啊，有人在刷你什么锦心似玉是吗？我现在拍这个古装剧就叫锦心似玉。大家真的，你的行程真的他们了解的太了解了。没有，我这个拍了好几个月了，所以很值得期待吗？什么时候拍了好几个月不？什么时候开始上？我就说，我猜了，应该也快，因为感觉就是耳闻好像说明年初还是什么的。你快杀青了吗？快杀青了，但是也我不知道哈，那个上映的也许我不知道啊，就很值得期待，大家一定要值得期待一下这部剧。来给大家上下一个，刚才我说的，我给我穿的肥大的，让我脸小一点。我就不给你穿了，我让我的脸小一点。尺寸不能小啊，连跟这个尺寸后面好像小一点。尺寸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看一下这个。你可以，你可以。我可以吗？这个 OK， 浅色呢又会比
黑色的显显个一点，显个一点是吗？而且浅色的显皮肤白，对不对？是吗？浅色呢也浅，这个衣服是我量身定做的吗？对，哎，真的，你这样穿感觉那个比例头又小一点，会不会？一米八的我要走个模特步，头小一点，模特步怎么走呢？展示一下、哦，我要在后方就好了。展示一下，我在后方。哎，你个真的很高哎，一米八，和你啊、哦，我比你还高，真的，是不是？高半个头，现在。哎，小花哥，你的净身高是多少？一米八。我是185，183，183是吧？那我就185。185我不止了，188。我188是吗？不要太夸张，185差不多了。185哈，高比我高两公分。净身高185，然后穿上鞋188，好不好？大家看清楚了啊，真的、哦，看清楚了，真的比他高，真的比哇，你看，要那个全景才看得清楚，要带到脚的，哇，你看你，哇哦，哇，人生高光时刻来临了，1.88米的海琪，记清楚了，这件衣服很好看啊、哦，来，棉服先给大家上链接，我觉得穿黑色会更酷一点，好，来，这个棉服给大家上链接，321上链接，原价259，今天79给大家上链接，哦，这个是羽绒吗？有。好了啊，没，不是棉，来棉的啊、哦，等一下10点钟给大家上 iPhone 啊、哦，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不要着急，我记着了啊。好了啊，来棉服一定要去抢哦，这棉服真的超级便宜，超级划算。好了啊，来，好了，我 OK 了，这个秋天来了就要开始要很厚，开始要穿外套。好了啊，来79自己去抢，来 iPhone 给我上来 ，iPhone 原价449。今天补贴价3949，商强业领一张190块钱的券，来怎么领商强业 ？iPhone 帮我上链接 ，iPhone 上来我教大家怎么领券，来。这个补贴再来一个领券了。对，这往这个价格再往。就是领了券之后是3949 ，iPhone 上链接了吗？哇哦，来提前 ，iPhone 上链接教大家怎么领哦，来。有几个这个领？这里点进来，点击进来之后，哎，券呢？更新一下，整点，点击来点这个地方，点击进来之后，在这里会领一张券哦，现在还没有生效，来十点了，来好了，来46G 是不是最大的容量？没有啊，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去看一下，零点也没有，现在没到点吧？到点了吗？应该到点了吗？你拿到了？到了吗？来，有了吗？有了是吧？来，有了，来，在这个地方领，滑下来之后领取，我就不领了，不跟大家抢了。哦、这个是这个128G 耶，你这个是64G。它里面有哥哥，有64和128，对，两个都有。但这个64G 的价格是券后是3949，然后呢128G 会贵个一点点。嗯，我就不领那张券了，大家一定要在这里商强业抢190块钱的券。好了啊。好了，来，这样 ，OK， 没有了是吗？好，好热，抢了吗？太热了，券请得到吗？太热了，要怎么样才领得到？来，领不到就是因为抢光了，不够快，对，不够快，网速没人加快。好了啊，那个棉服也很好，那个棉服才79块钱，一定要去抢哦，那个棉服。对，还有黑色的。对吧？哦，那个券抢光了，那个券抢光了，就那个 iPhone 就不要置顶了，帮我把那个棉服置顶嘛，让大家多买那个棉服，好不好？因为棉服是万人团的，就很多10000个人都想买这个棉服，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打到79。就是之前有10000个人以上关注这个，对，关注这个产品，他们都想买这个产品，好不好？然后那个棉服要去抢一下，才79块钱。也是因为这个秋天适合的衣服，大家开始要。买外套了，但是那个冷，开始冷，摸起来挺厚的，我穿起来很暖和。就是很多人要关注这个货品，万人团就这个，对，万人团的啊、嗯。好了啊，来十点 iPhone 给大家秒杀完了，然后我们接下去给大家会，大家不要忘记 iPhone 就没了，啊，抢完了 ，iPhone 抢完了，全都抢完了 ，iPhone 抢完了、哦、，iPhone 全部抢完。好了啊，来，我和大家预告一下，就是。10个免单，我看一下怎么节奏。来，现在我们先给大家再抽，我们再给大家抽一波签名照吧，好不好？好，抽三张，来。这个笔还有笔吗？那个笔，没有笔了是吧？那直接先抽吧，先抽吧，好不好？先抽。看那个能不能写。先抽，这个看能不能写。好，写一下。你写吗？
还是这个水水不多了，嗯，不多了，没关系啊，我们会给大家抽签好，现场签好给大家拿过去的啊，现场签好给大家拿过去的，我来数吧，你还没出题呢，哥哥，我出题目，嗯，出题目，就是我这个身上这件衣服，嗯，到底是一件还是两件？那直接问大家，你身上一共穿了多少件衣服？哦，那这件也算吗？算，一共多少件衣服？一共多少件衣服？好，小花哥身上今天一共穿了多少件衣服？一共多少件衣服？一共多少件衣服？嗯、好不好？一共多少件衣服？然后一共多少件哦？一共多少件？一共多少件啊？然后答案加上我们的订单号，答案加订单号一起啊！我在那边误导观众。一共有多少件？一共有多少件？一共有多少件？就是因为签名照很难得，嗯，要难一点，要难一点，难一点啊！签名照很难得。好了啊，来，订单号加答案，一定是订单号加答案、哦、看一下他们答案，你看一下，普遍怎么样？一件、两件、三件都有。哇，我觉得有一点难度了，这个题目。有人，被我被我陷害了。一共多少件衣服哦？看看，加订单号。哎，没有，他们没有刷订单号。把你们今天晚上买过的所有的产品的订单号加答案，所有任何一个就好，任何一个产品，对，只要你在小红盒里面买过所有的产品订单号都可以，任何一个产品加答案，对，加答案、okay. 好吧，还有人说四件，他眼神不太好，可能四件什么意思，说你穿了四件眼神不太好，这里也算一件，你上面这个还算一件，这个领子这个地方，哦，哇塞，这衣服很酷，我觉得。OK， 准备喽，来，一定要是先结吧，看有答错的就好，来来，一二三结，好，最上面一个字，上面是一件，答案答错了，哦，这个好可惜啊，哦、那只能轮到那个莫婉柔，莫婉柔是对的，两件是吧？他最后写的啊，顺延下来的，对，顺延下来，莫婉柔，好，那第二个来一。二七节，第一个人答了五件哦，不是两件哦，不好意思，他后面是前面是那个订单号尾哦，五件哇哇哇，你的应该是忠实粉丝，哇哇哇哇哇，订单号加两件，两件，对，不好意思，我看成了，对了，我看成了五件，对了，好了，来下一个，第三个，最后一个，一二三结，这个了。云中君和瑶的约定，两件，是什么鬼名字？这么单号吗？单号，两件，对的，好，来，恭喜以上三位宝宝获得钟汉良的签名照。然后签名照，我们是大概多久？工作人员多久会联系他们？明天会联系是吧？好了啊，签名照明天会联系他们，嗯、需要他们去百亿补贴那边去看吗？会公布的，是吧？我们会公布名单的。嗯、好，大不要照的，一定会给大家公布哈。他有订单号吗？从订单号通知。好。来，接着给大家上下一个女鞋子，先帮我啊，鞋子来，我们的金香妹，哇哦，金香妹来了，金香妹来了，金香妹到中间去给大家找，中间看不到，看不到，在哪？在哪？啊，这个位置，对，在这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不太前面了吗？再看一下，很舒服吗？很轻便，对，嗯，好，那再加上这个平衡车，没有，你要，你是使坏吗？我天。来，我能，我扶着你，小心哦，注意注意安全。不，算了，太难了，原来不容易。然后这个鞋，我以为只有我觉得很难，原来它真的很难，真的。然后这个鞋是什么？这个鞋和大家说一下，我最爱是它的增高。如果穿上，花哥，我一米九。你本来就已经一米九。我本来一米八五，不穿鞋一米八五，穿上它我一米九。而且它显得脚踝很细，很细，对不 对？对。好了，谢谢大家上链接，原价459，直播间299，来321上链接。牛仔裤啊，连衣裙都可以百搭。是的，这女生穿好了，你跳一下吧，复古时尚百搭，就很复古时尚百搭。对，可以跑步，可以运动，对对对，也可以。可以跳那个漫步滑步吗？我前面走一点，滑步吗？这种滑步来，哇，舒服，鞋底很舒服。滑步，哎，小花给你滑到中间去。来来，我们拍一下，我们跳一个舞了，这样你看，现在内八，外八，内八，外八，快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难啊，就很舒服。我还会这个，哎，对啊，我刚刚就是学这个，是吧？对，哇塞，跳起舞来了，跳起舞来了。
真的很舒服，很舒服，还有点增高，增高。对，好了啊，来这个鞋299，自己去抢哦，自己去抢，来。哇，450，459，现在才200多，200多买一双鞋其实还挺好的。对，来我看一下，没号了，我看一下。我还记住那个抽那个大闸蟹。啊，我记着的，41号没有码是不能加是吗？因为很多人说没有号了。41号脚啊？41号脚，41号脚，美国号啊？就不知道，有些女生可能码会比较长一点。哇！好了，41，哦吧，41不是11哦，41，正常，41，好了啊，来什么时候催货小能手？不要催我，我会记着给你上的。我是催货小能，我会给你抽的。我是寄货小能手，记着曾经做过的货，记着我欠你的东西，对不对？没有欠大家的，不行啊。好，欠大家的，我一定不找你借钱，因为你以为你一定永远记着，我不想。我记着，我不提醒啊，不，让我自己尴尬。随心随意，随心随意还不还？来给我打点钱，随心点来。来给我打一点，给下一个。好。刚才说的一套东西吗？对，刚才说的那个很多人在等这个什么的、哦。这个我们刚刚就是有那个冲牙牙舒克的舒克的电动牙刷，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舒克的电动牙刷，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那个不一样，那个是冲牙缝，冲牙缝的，嗯，牙缝那些食物残渣跟那些牙刷到不到的地方，嗯，这个就是刷牙用的。对，然后今天买舒克的电动牙刷，啊，有电的，还是震动很大，嗯，震动感很强。啊，送这么多东西哦，它好多段哦，4-5段是不是？对，它有很多段，两个刷头，然后今天有很多赠品哦。我刚按了4次才回到。对，有36000次每分钟的，每分钟36000次的赠品，它有4段调节。哦，没有这一个，不对，只有一段。哦，有两段，这两段，这也是，这也是3段。四段，对，对，五段波位，五段波位调节啊。然后今天买了牙刷，还要送牙膏，还要再送我们的旅行盒。来，原价115，今天直播间领30块钱的直播专属券85。来，321上链接。哦，这个好细哦，就它那个体积好小，很小。我有一个是别家品牌，比较庞大一点，庞大一点，就是那个可能这么大，嗯，现在都这么小。然后我发现就是它这个头很小，嗯，所以你那个牙可以放里面，放里面。我这个整个都很小，不是整个牙，这个整个后已经很像一个普通的牙刷。对，我跟你说，其实我牙齿，我左右两边都是蛀的。哦，就最里面都是蛀掉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去洗牙，医生发现我里面都蛀掉了。那要去医生那边弄，要拔掉，但我又不敢拔智齿，或者你拔填了，就填掉，对不对？对，我又不敢拔，因为太痛了，就是因为拔轻了，然后补一点。对，就是因为牙刷没有那么小，嗯，所以但你拔掉，你空一个也不行，空了一个也不行。对，就所以牙齿你知道，所以你要想，嗯，牙齿很麻烦，很麻烦，就真的，所以日常保护牙齿很重要，一定要保护牙齿很重要。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不要太麻烦，因为大家有时候。刷牙都给不了3分钟，你不觉得吗？你试试看，你以后，你我1分钟都不到。对，但其实刷牙不应该最少都两三分钟。对，但我们很少给到2-3分钟去刷牙。对，来，还有个粉色的，粉色也很漂亮，嗯，这个比较像女生对女生的用的。哇，嗯，这个震感也太强了，震感好强。我们两个震的什么方法？这个很上下的，所以你看，其实牙缝里面很多东西，它能把你震出来，是不是有方向性？哦，就是它可能会有直着刷、侧着刷、歪着刷，就各方面。感觉好像有一个这样。对。好了啊，来自己去买哦。1分钟36000次，85块钱真的是高频震动，真的是很便宜。85买电动牙刷，而且是舒克大品牌。今天下单之后还要再送我们的旅行盒，再送我们的牙膏。都是今天的，哦，这个就拍的真的很好。他说刷一次等于手动刷180次，就刷，因为你，他这样1分钟三万六千次，嗯，但你怎么样都一秒钟，
你要刷多久才可以刷到那个频率？手都刷酸了，对对对，刷那个。所以你像你，我们平时刷不到三分钟的时候，但很多人不习惯用这个，就好像有些人用手洗碗一样。嗯，就其实洗碗机真的也是很好的，就它有它的道理。就像很多人扫地喜欢自己扫，但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你代言的那个科沃斯，科沃斯扫那个也很好。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说的科技改变生活，它真的没你想象中那么笨。对对，它其实真挺厉害，很好。包括你们电动牙刷自己去买起来啊，因为我觉得是很有，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保护牙齿很重要，好吧？来，又是这个不用介绍的东西，不用介绍，我们就直接先上，好不好？直接上了，蓝妹，蓝妹精粹液，来，原价1160，今天直播间599，321，帮我直接上。这个不是什么万人团，哎，你的那个谁谁又在抢了，哎，我要抢，抢他买吗？啊，这个应该是。都可以买的，不是万人啊，对，这个补无限就随便大家这个补到底，这个产品我们今天至少要补贴100万以上，天哪，对，全补贴价啊，因为它一瓶等于是便宜个500-600的，对，500好了，这个是全新的，100瓶就是5万，我们今天至少要补贴小100多万吧，这个产品1000瓶，对啊，没有几百瓶，对，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尽量，因为这种产品我们尽量让所有的粉丝能够用到这么好的化妆品，希望蛙哥的粉丝都是走上那个就是白富美，这个真的，看了我们蛙哥的直播，买了 SK2 辣妹这些东西，各个蛙哥的粉丝以后都是白富美，好不好？真的，但不用，最好是用不到这么多了，一点点，对，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啊。对，啊，别浪费。精华嘛，因为它精华液不是那种像那个涂化妆水那么多，这精华液嘛，精粹液，也对它，而且它是有粘度的。对，就是适量，哎。以后脖子也要抹，脖子也很重要。哇哦。你的脖子都没有紧了，我的脖子有，我没，你我这么多，保养品一定要经过脖子的，是吗？它是整颗的，但是以前买这个东西1000多，我可不舍得抹我的脖子，我买的没那个才那个，你是很细的皮肤啊，脖子跟脸是差不多的哦，对，就尽量好了啊，抹得干净一点，你看不要省着化妆品，没有拉到脖子，我还发现就是你的脖子比我长1/3至少，是吗？你的脖子真的是长。我的脖子是短，我你看我一只手，你留了胡子关系？没有，我不留胡子，我脖子也是短的，你的脖子也是比我长的，就可能你看就很明显感到我的一只手都没有，你看，好，是不是你的脖子长，至少长这么一多？哎，对，是不是？对，就是可能跟衣服有关吗？跟衣服没有关系，和衣服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所以我1.85米可能就多在腿上，我多了你那个少几公分，对，可能在脖子瘦在这里啊，哦，再去买这个，我再把脖子延伸一点，就再多了一公分，对，但是我觉得你身材比例很好，不像我身材比例55分，我也没有特别，但你的腿差不多到我就整体高了，整体高，对，所以。但是你的腿和身子的比例我觉得很协调，不像我是55分，我不站起来了，我是55分的，是哦，我可能64吧，7吧，你下面有7吧，你腿很长，知道，好吧，就当7吧，对，你的腿很长啊，你看我的腿就一点点，就当7吧，因为我本身真的高，对，就个子高就有，对，算了吧，不说了，这痛点有好有不好了，这样个子高跳舞很累哦，因为你手伸出去，一个节拍表比别人伸得更。对，你问所有会跳舞的人都觉得跳舞是个子矮一点好一点。就是比较吃力，比较难达到个子没那么高的人的那种速度跟美感。哦，那我所以我那除非你跳传统舞蹈，就是那种芭蕾，就是那种现代舞。就如果你收藏高是好的。哦，芭蕾是那个腿一出去，手一出去就很对，但街舞。就需要重心低一点啊，所以我其实我不应该做主播或主持人，我应该可以跳街舞。哇哦！接下去我马上改行，马上去改行去，因为毕竟我会这个。哇哦！真的，对不对？这个很溜跳的。好了，来下一个，给我上那个也是不用介绍的东西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来原价520，直播间238，321上链接。哎，我是不是也要那个眼霜？眼霜，你要吗？没有，现在不用。但是你都没有啊，你要什么要？有别浪费，我睡觉都要放一点。那你现在脸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啊，我素颜。
那你现在会有一点空气里面的那个灰尘？对对对对，还是脸还是那个，就抹上去，别浪费。没关系，这个。哎，那个什么，蛙哥，你以后多来啊。浓稠度呢？浓稠度很稠，很浓很浓。哎、嗯，蛙哥，你以后多来，为什么？因为你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试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平时我都买不起。啊，你平常不介绍这个，是我挑的才有。对啊，因为这个东西补贴不可能补这么多啊。哦。你雅诗兰黛这种东西，就是哪怕我们不补贴也会正常卖，但今天补了五折。就下面的人都买疯掉啊！对对对 对, 对，是不是？对，因为我连我都想买，对。别浪费了啊，多抹一点，趁着直播。我买那个好像也是这个，但是它是扁平，那个是高就精华那个小中瓶眼霜那个中华啊。雅诗兰黛这个眼霜真的是很好用，它是修复蓝抗老啊，什么防蓝光啊，去水肿啊，去黑眼圈啊，很好用。嗯。别浪费了。然后你涂眼霜，笑什么笑？下面人在笑。然后涂眼霜不只涂在下面啊？怎么涂、啊？这边都要涂，这边延伸都要涂过去。哦，那我延伸一下再涂。因为这边眼睛的部分是，这边是那个叫什么纹发？笑纹？什么？鱼尾纹。鱼尾纹啊、哦，鱼尾纹。多抹一点，毕竟我这么大年纪。那眼皮是可以不用了，就是这边到后面这里。啊、以后我就直播的时候多用一用，平时反正我也延伸到鬓角。哦，鬓角。对，反正我也不舍得买它。这样觉得好很耗眼霜，对不对？还好眼睛部分很小了，就是亮了。眼睛部分画的亮没亮，重点不是亮，重点是它那个帮你凝，就是、就是固定住。其实眼睛用量是很小的，所以你买这么一瓶哦，可以用非常久的时间，很久时间，其实是蛮划算的啊、哦，蛮划算的。好，接下来是接下来来帮我是一个万人团的商品。对，接下去也是很多人要用的完美日记无痕时装粉底液、然后今天下单啊，和大家说一下，买就送试色四连包加美妆蛋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美妆蛋嘛，还是什么四连包？来先给大家上链接吧，原价79.9元，今天直播间到手48.9元，来3、2、1上链接。我先抹大家抹一点。水粉好是流汗夏天。点这个颜色是女生的一号，对吧？这个很啊，对，对白了吗？四连包四种色号的试用装，这个白是女生的白，啊，是女生的白，但它很细耶，很细，它有四种女生的白色。好了，但是这个颜色。你比在哪里都，因为我们没有女生那种白皙的皮肤。对对对，你看我一抹上去，我的手更不行，我的手已经拍了三个月外景，已经，我手上面还可以白一点，我这一段是因为拍戏黑的。你看我的手比你黑多少？对，因为我这一段还可以包在衣服里面。啊，但是我好黑啊，和你比又输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在我的这里。对，来我你。但你手比我白了，现在。我用了这个当然会比你白啊，对，这个等于是白女生的粉底。对啊，你看我的这里和你这里差不多，很漂亮哎。但是你看我这个对比很明显，这个粉底很上镜哎，很上镜，持久持妆，而且你有汗。没有，我想象那个皮肤是女生的脸好了。女生的脸，这女生的脸就是很细腻，就这个粉底上去以后这么明显，透过镜头就是这个感觉很上镜，真的很上镜。这个你试的很有效果，因为通常是化了妆就想拍照，对，拍照就等于是你在电视看到这个效果，我手毛都没有了感觉，看不到哎、欸，很漂亮，透过镜头看不到，很清透哦，很清透。然后呢，哪怕你有圆的也很好看呢、欸，流汗也没关系哦，圆的也好看。就、那我是不是应该需要上脸？算了，不上脸了。不行啊，脸那个反差太大。对啊，反差。我如果抹上去了，我脖子。我可不可以呢？我可不可以？你这个粉底和你的脸差不多，是不是？你很白，你脸。可能涂上来就有点差。对。看起来没什么。对。但是可能涂上去就觉得太白了。你本身肤色也会比我白很多。我就是尽量不要晒，能躲就躲了，就是一拍完就马上。戴就是挡住太阳而且你拍古装在外面，其实晒的时间会比我更多一点。对，所以你很难完全不晒太阳。对，很难。所以就是我这个不是我最不是最白的时候，最白的时候不是最白的时候，不是最白的时候，最白的时候可能比这个状态还会更好一点。再白一点点这样子。好，然后下面还有很多的好产品啊，大家不要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然后这个真的一定要去抢，他们都说的皮肤真好，这个一定啊，因为这个万人团呢、啊，万人团意思说已经有超过10000人想要订上这个产品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来帮我把 iPhone 置顶 ，iPhone 加了1500个哦。帮我把 iPhone 置顶，来，我教大家怎么来抢。现在开始上了吗？听到我已经有了，对，来，赶紧把 iPhone 给我置顶来。听到我们的心声了吗？来，点这里抢这里，直接领券哦。这里、哦、领券，直接领券，这是刚刚那个190已经上了，又给大家加了1500张。来，我们算一下，1500乘以190多少钱啊？我数学不太好 ，sorry。1500个，1乘以190，一万。28.5万，又给大家补贴了28.5万，所以我们今天 iPhone 就单单 iPhone 这个产品就给大家补贴了100多万了，已经。而且我记得这个拿了这个券减190是3000多，才三千多买 iPhone 十一。哎，我们又给你加了1500个券，我那个大闸蟹是不是可以抵掉就不送了？那你自己感觉良好的话，就也不行啊。太多人看到了，现在多少人看了？多少人看到你们讲了的话？好，毕竟蛙哥在这里没办法送啊。虽然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大闸蟹，嗯，但是呢，大家买，大家会有分给大家吃的，家人团聚吃的，所以还是要好给大家遵守承诺，就好遵守承诺。就今天一直给大家上，你是不是有困难？不困难。好，那是时间没到了，对不对？等一下，然后说抽就给大家抽吧。我们让大家再把那个 iPhone 十一再抢一抢哦。iPhone 十一还有券，赶紧去抢 iPhone 十一。好，这个价格3000多的 iPhone 十一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价，你们可以去全渠道去比到任何地方，绝对没有比今天更低。对，而且新款还没出来。对，新款没出来。这个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对，因为我的就是 iPhone 十一啊，我的就是十一啊。我也有十一。因为我为什么买这个手机？因为它颜值很高。因为你看，它是绿色，很漂亮啊！这个什么颜色？很好看，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抢，现在还有券，赶紧去领一个。刚刚那台什么颜色？我也没注意。银色的，刚才银白色的。好了啊，来自己去抢这个 iPhone 十一的券哦。好，那我们给大家抽大闸蟹吧。好，来吧。大闸蟹，你要出题吗？10个题目。出一个就好。一个题目，大家好。要出吗？抽大闸蟹，大家把那个大闸蟹置顶一下，让大家再买一波。来，难一点的哈、哦。难一点的。刚刚我们除了吃火锅以外，还吃了什么样的东西？除了吃火锅，还吃了蛙哥亲手做的什么东西？是吧？煮了个什么东西？煮了个什么东西？煎了个什么东西？煮了什么？我们一起分着吃的，对，一起分着吃的什么东西？这可以吧？煮了一个什么吃？啊，这个用那个锅煮了个什么东西吃？好，来，这个给大家出哦。来，我们在10:30。这个肯定晚进来就不知道的。对，晚进来一定不知道。你只能问早进来的。对，我们赶紧给大家抽，因为10:30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磅补贴，是那个华为的那个 Nova 6的重磅补贴。哇哦！来，这个更重磅。好了，来。先给大家抽那个10个大闸蟹免单，大家赶紧去抢那个大闸蟹。我可以看到大闸蟹的订单号加答案，没有对的，有，对，所以有些没有加订单号，所以他们是从一开始就看到，等到现在。好，感谢大家10个鼓励，所以我们准备了，不，等一下，很多人没刷订单号，一定要去买大闸蟹，买了大闸蟹之后把大闸蟹的订单号刷上来哦，一定要大闸蟹订单号，一定要大闸蟹订单号，不是其他产品，因为我们联系不到这个客户，我们是给大闸蟹免单。哦，对，就你付了钱，但不要把钱退给你，对，如果你不买的话，我怎么给你免？对，是这个意思吗？针对大闸蟹的单免了 ，OK， 对，好，来，一、二，有订单号了吗？有，三接，啊，就一个刷了订单号，大家都在刷鸡蛋，大家一定要除了刷鸡蛋，还要刷订单号啊！一定要刷订单号，算，一个，来，一二三，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答案都对了。哦，这个没有答案啊，两个、三个而已，还有七个啊，一二三，结，三个，一个。最上面那个看得清，看得清，有答案。四个，五个，六个，这个没有答案，还有4个名额，6个，准备，一二七，结，
四个，这个没有答案，七个，七个，这个没有答案，这个没有答案，就七个。叮当号加答案了。叮当号对吗？叮当号应该是对的，他们不会输的。一二三，结。这个是七个，七个，来八个，九个，十个，九个，十个，好了，十个了啊，十个了。恭喜恭喜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可以免单的大闸蟹，对，可以免跟家人分享吃。对，中秋节要吃大闸蟹。来，我们在十点半的时候会给大家上那个华为 Nova 6的5G 手机。嗯，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想买5G 是可以在5G 网络用的手机呀。Yeah. 哦，不是，它只有5G 容量的手机。Yeah, 就是。哥哥 5G 容量太小了，太小了，太小了，我们拍两张照片就没了。OK， 是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华为那个 5G 的那个手机 Nova 6、就是如果大家各自选择，如果你喜欢苹果的就买苹果、你喜欢华为的就买华为、华为的相机那个摄像头特别厉害，特别厉害。这个也是莱卡的摄像头，对，前置摄像头105度的前置广角，然后3200万的高清像素，支持双卡双5G 哦。哎，打不开，这是，哎，这手机是开不了的，对吧？那不给大家看了啊、不给大家看了啊、前置105，前置对，来3000，先给大家上链接好不好？原价是2999，今天直播间2539。哦，这个是10:30，这个是双卡那一台，双卡，双卡，两一机两号那个，一机可以用两号。哎，奇怪，它可能没有电，这个手机是不是一机双卡那个？一机双卡，对的，一机双卡，很漂亮哈。来，自己十点半的时候去买，因为。很多人他就是像我们用，如果我是用习惯了那个苹果系统啊，我就可能一直用苹果系统。如果你用习惯了，我两个都有用，你两个都有用，就那你怎么切换？就我用一下这个，就我就是偶尔都用一下。哦，就都这个我也用，因为它那个相机真的像素很，相机很，这像镜头很好用，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就真的是圆不一样。但是你拍照都不用 PS， 你不用美颜。对，你从来不美颜，上次我们拍你都不要美颜。没有，因为其实别人拍也不会帮你处理啊。对， 对，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被拍的，那你自己的照片处理太多，大家也会、一点点还可以的，就是稍微调一点颜色，然后有点小处理。那你多了，大家也会觉得，哎，你怎么跟别人拍你的不一样？那随时要保持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对，还是自己对自己调，对自己平时要精神，对精神比较重要。这个在十点半的时候会变价格、这个、变成2539。哦，现在还是2999。现在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是那个再便宜个几百块。对对对对，现在还是2999的啊，三百多。等一下，四百多，哎，三百多，便宜三百多。来，我刷新一下，已经到时间了。好，这个是不是莱卡镜头？十点半，哎，变了吗？我这里十点半还没变哎。哎，变了，已经变了，已经变价格了。哦，还有能领5块钱，是2534啊。对，关注有一个关注2534。而且这个背面是渐层的颜色，没有发现？渐变的。好炫啊！哎，我发现比我这个还，哎，我发现比我这个后面还好看。嗯，因为它会随着你动会。哦、吧，对，这个很更酷炫一点。这个叫什么东西？这个叫这个叫后背很酷炫吗？就是那个什么光，你反正就是炫，就很对，很酷炫，就是、它不是一个颜色，就不是纯色，会变的一个颜色，对，会变的。2539，再领5块钱的无门槛店铺券，到手价是2534，这个价格也是补贴的。嗯，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15,830,000人在看了哈。15,830,000，很多。哎，我们上次是多少？我们上次记得上次一百，上次。一百八吗？1800，1800，1800，180。一百八，我当场给我拿个刀，戳死。很恐怖啊，这么多人同时间。对啊，就是你想，就是你没法想象1800，你怎么讲呢？就是你在电视上，你的你电视上你不知道那个人在有没有在看。对。但这个数字的话，你会觉得他一定是在电话，你不可能打开。对啊，对啊。所以他有这么的关注着你，啊、不是打开电视看，不一定看你的那种。对啊，所以你想，我们刚才说鸡蛋的时候，那么多人从刚开始盯到现在。对，所以
所以我们要给一个做好，就是给一个大家谢谢各位是吗？良好的示范给大家。你又开始紧张了一下，就做也不能做得太啊，毕竟这么多人在看。对，这么多人在看，我们要随时要注意自己，一不小心又对又被。你不是要给一个好的示范给大家？没有，你一直都很好啊，你整个状态就和我比真的好太多了。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和小蛙最大的对我自己的那个就是我这段时间瘦了这一个月时间对努力减肥让自己变瘦，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有去健身，有一点小胸肌，你有练有练哦，原来然后就小这心肌。练啊，不止跑步还练身体，我都没在练，就你太忙了，我跑步也少了，我都、就是。就是跳舞最近，我的运动就是流汗，就是跳舞。流汗跳舞，你足够了。所以我平时啊、老板不是因为我太闲我是忙里抽、没有这个运动不是爱美，健身这练身体也不是爱漂亮，是你对你的工作我要好的状态，我虽然我要精神气，对状态好身体，然后呢又。都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漂亮，这么简单。谢谢你帮我说话。真的，所以以后他的工作内容有一段时间要拨给他去做运动，练一下身体。老板听到了吗？然后化妆之前要敷一下脸啊，每天给我两个小时。所有事情都要。做完才是完整的。对，就这样的男神来了，就是派出拼多多颜值第一，我自封的来配周汉良。好了，来下一趴给大家上冬天必备。保温杯，这个夏天我也必备。夏天你也必备啊？我拍戏就必备，就因为喝热水会好，对不对？因为保温壶可以保温着你想要喝的咖啡也好啊，喝冷的喝凉的温水啊，对啊。然后这个是相应的啊、不锈钢真空保温杯，来看一下里面、全都是非常优质的不锈钢，里面都非常优质不锈钢啊、保温壶对，然后我觉得它有好处是什么？就是，它这里能不漏水，能锁住啊，对，就是。我这通常有一些是凹下来的，这个是直接按一下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按一下，对，然后这个地方来锁住它，这个地方，你不会不小心掰过来按到它，对，它锁住了，不会不小心按到，对，因为不小心按到了它倒出来了，或者孩子的时候、有孩子的时候不小心按到，或者你放包里的时候放包里经常会不小心按到就漏水、对不对？你可以直接锁住。好了啊，细心的设计。对，原价199，今天直播间105块钱，来321上链接。真空一键，双手单手操作方便啊、这个方便单手操作。对，就是你如果一只手想喝水，那个手不方便的话，对，你可以开关。看一下，我插播一条那个广告啊、刚才不是广告，是一个福利，奇瑞艾瑞泽那个汽车50000块钱抢到的，在今天的直播间有发动机的。终身质保的福利是终身一辈子、这辈子全都保发动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开车买这个车其实它的发动机很重要对不 对, 对发动机出问题这个车才会出问题对不 对但我们今天给你这个发动机终身质保只要发电机有问题都就一辈子帮你保、那我这个发电机有问题其他都没问题，我发动机帮我换一个发动机，帮你保养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福利就今天直播间有，线下的任何门店、店没有 ，4S 店都是没有的，仅限只有这里，就这里这一次，这专门为了我们今天小蛙的这个直播福利争取来的啊！你看，哇哦，专门为小蛙，因为他们刚才去打电话了，应该是，哇哦，对，哇哦，我刚想说那十个大闸蟹我能不抽了吗？我已经抽完了，不行，而且快没时间了，快抽了。今天抽完了已经，抽完了，对，十个抽完，你还想再邀我抽十个？我刚想说那十个大闸蟹我能不抽了吗？我已经抽完了，不行，而且快没时间了，快抽了。今天抽完了已经，抽完了，对，十个抽完，你还想再邀我抽十个？完了，对，十个抽完，你还想？完了，对，十个抽完，你还想？完了，对，十个抽完，你还想？好了，对，十个抽完你还在。我喜欢，两个都 OK 哎，这个是肉眼看是金色，对不对？金色有点桃，还是桃？金色，金色。这个也很，这个是黑色不用说，黑色很搭配，这个很好看，很好看，对吧？好像看久了这个比黑色好看，看久了这个会更质感，它比较整体。整体更好一点。来，我金色，我也喜欢金色，金色看起来更高级。因为这个应该是这个表带的宽度，感觉是比较像女生的，所以这个就更女生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戴在白细的手腕上面就、嗯、那个画面来画面想起来看这个淡金色、哦嗯、戴在细细的白细的手腕白细手腕上，然后穿一袭白裙，或者说或者很干练的女生那种什么 Olay 白领啊那种。对 对, 对，我会肯定会选这个。对，对这个对好金色、哦，我也推荐给大家买金色、哦。这个可能今天才1000多比较干练型的男女生穿那种套装或者西装型的套装，这个比较像。嗯这个就是不管什么类型的女生都可以，这个就是打扮的比较 lady 的 girly 一点时尚一点的，对对对，哦好了啊，来买大家记得去买这个金色我喜欢的、哦嗯、然后大家如果觉得直播间卡的话可以退出去再进来一下，今天人太多了、嗯、就人多到把系统冲崩溃，等一下好了啊、哦、来一定要用这个现在网络已经 OK 了，现在网络已经 OK 了，然后大家直接再进来一下就好了啊、哦、是那个哪个地方的DW 这个品牌是很厉害的，然后很多粉丝也一直在想要这个表，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杀了这么低的价格、嗯、好的大家自己去买就好了、嗯，然后收好，来下一个产品我不说话。嘿、hey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下一个产品我不说话吗？哦、oh, ，因为我会说啊，因为你太厉害，你比我还了解。没有，其实我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它又出新一代了。又是哎，这个比上次新。所以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更新到体验到这个，所以我可能讲的是上一代的也有可能。对，但现在就是。但是上一代也还是有这些功能呢、啊。对，都有这个功能。还有换布功，就是那个。这个、等一下，我把这个打开，把这个这里、个。这个是加换零件加水加布的。这里的布的。这里。好，对，这些布，对，这个是拖地。底下有一块那个东西没有拿过来是吗？就那个水箱的那个，嗯、水箱那个有吗？帮我拿一下过来。就下面它是有一块布是可以放那个水箱的，嗯、帮我把水箱给拿过来一下。这个有一点像是分，我忘记现在是合起来分开，就是它扫地顺便拖地的。对，它扫这里是吸清完了嘛？对清完又扫又吸又拖，同时吗？还是分开？同时拖。哦，那这个新的了。对，新的。然后之前那个是要。扫完换一块布，他帮你。这个是你一起的，这个你可以不用拖，也不用拖，你也可以直接拖。看看有没有更新哦，来，哦是啊啊，扫拖一体了，扫拖一体的啊，这是扫拖一体的，然后前面不是、这个，但是你要换，但是你要换水，换水啊，要换水。对，然后它有分端。对，然后就是它厉害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以前的老款是只能拖100多个平方米，它、嗯、这个能拖200多平方米，嗯，就是一次续航能拖200平方米、嗯。而且我记得这个厉害是以前上一代就有，就是应该这一代应该还是会有，就是你可以用，嗯、远端控制它，可以有，就是你不在家，对，可以用，它可以收，就是控制它帮你。这个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个功能，智能地图管理。对对对，它这个没有功能，它这个是能够用激光扫描家里面的环境，啊、就它现在像人一样，机器人激光扫描一圈，扫过它去过的地方不要再去。对，然后呢，扫一圈之后，它还发现哪里有脏东西。智能地图嘛，就是它帮你安排这个，先用那个激光打一遍，打一遍。那个环境，哎，我激光饿死了。然后我安排我的路线， yeah, 最那个最优的路线，对，最优的路线不会浪费那个力气的。对，所以真的很智能哦。想扫哪？然后就是它前面不管是你前面全都眼睛，全都智能眼睛，它不会掉下去、嗯、碰到东西，它会自动拐弯，对，好不好？等一下楼梯它不会下去，楼梯不会下，对，不会下，比我还聪明。对对对，然后你放它。放它在桌面上，它也不会掉下去。对，就是，反正代言人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很有说话，很有底气。这是我听过的，你听过的是吧？就我听过、那个、老总有跟你说，对，老总有介绍的。好，来，先给大家上链接。原价我们原来百亿补贴最低价是1799，它这个原价卖2900多，今天原价是百亿，我们拼多多百亿补贴1799，直播间再减。1599，再送一整包的那个免洗的那个拖布哦。来，321上链接。哇、wow, 17991599，我说之前1799已经还蛮便宜的，1799是老很2000多，都要2000多，他们家其实没有低于2000块这个东西，对，他都是不是特别便宜，对，但是就是他越自己研发嘛，他是自己研发，然后
不是那种帮买来的设计，他自己从没有到有，我想怎么样，然后找人想那个，找那些工程师来想怎么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然后一直试一直试，他可能试一个东西不是一下都想到这个，他可能想到，他可能经过一两年三年，然后先想到这个，再想到这个，再想到这个，这些都可能被推翻之后再想到，再想到这个，所以他那个研发过程跟想设计到制造过程时间很长，很长，所以他只能对。只能那么做，所以其实因为科沃斯是全中国每卖出去十台里面可能有九台都是科沃斯，就它的市场占比量很高，因为大家很认，然后因为它原创性很对。你代言他们家产品多少年了？好久了，我觉得超过四年了，还是两三次了，就是好多次代言他们家，对对，续两次三次，对，因为就是你代言之后，他的产品销量更好。后来这个都不用代言了，这个好像没有代言人。我去代言的是他另外一个新的品牌，另外一个新的品牌叫做天可了，天 可 好像是那个少托一提，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天马行空，他可以把那个东西，那个有机会再介绍。对，所以反正他们家的这东西都很厉害了，大家记得去买科沃斯扫地机器人，中秋节的时候给妈妈解放双手，好不好？来。太棒了，帮我拿下一个。这个、哦，哎，他把这么多货带来，他要多有多大的车？这快递，所有的快递的是吧？对，比如说你的这个科沃斯，就是你们科沃斯的那个，他们在江苏他们的工厂，对不对？然后江苏直接快递寄过来。那每一家联系不是很麻烦？不是，每一家厂商都个别联系送过来。对对。这个就是我们上次那个面包机，对不对？卖得很好的面包机又来了，又来了，来，因为卖得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有多少啊？有标准面包、法式面包、粗粮面包、甜面包、低糖大米，反正很多啦。上次我们现场做那个也没有做成，很多没做成，上次操作也很简单，这边有盒面，有菜单，点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好了来，我先看一下里面，再给我上来。Okay. 里面，这个是我们刚刚做了一个面包了，做过了。里面直接它有和面，一边和面一边做的，然后你什么都不用管，它全智能的，会和好面，然后呢会帮你做好面包。来，帮我把做好的面包拿上来。难以想象哎，这个面包当你会做面包的过程，你就知道怎么可以把面粉丢进去就生一个面包出来。就是它的厉害啊，就是生一个 baby。这你会做？你会揉面团吗？我不会，我怎么可能会？我连碗都不洗。这当你知道你要做一个面包出来，经过多少个过？步骤你都知道 ，I don't know， 怎么可以一台机器弄好？对啊，你知道你揉完以后，掺水，然后发酵，然后等它发酵还要不止一次。而且我跟你说，你揉的时候那个水多了，水少了，你还要用眼看。然后你等它发酵那个时间过了以后，你还要再把那个气揉出来，再发酵第二次。好麻烦。然后再发酵第二次以后才放在那个形那个没想要的形状里面。所以这个过程怎么可以一台？我就脑子想不清楚。当我以前知道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我就觉得它怎么可以做得到那个这么柔软？这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刚才做到，你看这个形状。都是那个里面那个面包的形状，来，先给大家上链接去抢，原价百亿补贴，原来补贴的价格399，今天直播间296，来321给我上链接，有25种面包菜单，13小时都可以预约，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放进去，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吃面包，6D 的热风循环，包括今天还有创新的涡轮增压技术，仿手工法揉面。可以满足1到6口来使用，2年全国联盟，不是一年是2年，这个就是。它揉面就是我不会揉 ，OK， 我妈妈会揉，但是它就像你妈妈的手去揉一样，但是揉得更加的筋道，而且不用再去烤，不用再去烘，不用再做形状，放进去把什么所有瓜果仁啊放进去，做出来之后就这样的，非常好吃，一定要吃热的面包，厉害，真的厉害，而且它还不能制作面包，还可以做蛋糕，蛋糕、肉松、果酱、酸奶、米酒，都有发酵功能，也要做到这样子啊。你要控制那个发酵粉呢、还要控制那个，就我都是肉眼看那个面包的程度来判断它，对，什么时候好。和大家说，让我们示范一下，因为今天在现场直播，就是可能很多道具不方便，和大家说一下它的操作真的是非常简单的，很简单的。然后上面功能什么都有，然后呢还有食谱，应该是有食谱的，对不对？会有一本食谱有吗？帮我找一下。我们会有食谱会送给大家，教大家怎么来做。就是我们其实平时我们去买那个面包的时候都是冰冷凉掉了。那我们除非你刚好等它出炉的时候，3点钟左右出去买面包。对，
但是你每天早上起来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你要营养均衡，已经是方格叶了、嗯、对，你一定要自己来做，给孩子给老公最热的爱。哇，这个真的很好，真的就是家的温暖。哇、哦、母亲的爱。哇、哦、是不是要买一台？这个要提早多少起床？我们有13小时预约、嗯、早上睡觉之前放进去、哦、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热的可以吃了。哦，面粉早放进去。对呀、啊、时间提早自己做。对呀、啊、你的爱人是闻着面包味起床的，你的孩子是闻着面包味，妈妈我要起来吃面包，不用你叫他，自己起来吃完面包去上学。爱不爱？有爱有爱。买不买？有爱有爱。才200多。有爱有爱，就算他只会做一个面包就 OK 了，都不需要。但是他还会给你做酸奶，也不需要做蛋糕，也不需要什么，只要这个蛋糕就够了，对不对？才200多。够了。好了，自己去买啊！不说了，我都想买了。被自己说服。太棒！给我这个。太棒了！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它有那个面包胶做的制作方法，来，面包胶制作方法，来，面包制作方法都有啊，都会教给大家。然后这里有一整本的食谱，给大家看一下这食谱。我想看酵母粉什么时候放，一起放吗？都有食谱哦，哎，反了是不是？保证发酵效果，干酵母应该免都有的，对不对？都有食谱，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哦，这一定拿回家一定会做哦，都有食谱。好了，接触，哦，它还是有一些窍门的，神不神奇？就是它所有东西虽然是一堆放进去，但是要。要分开，不能碰到水。对，酵母粉不要碰到水。对，还是有些技巧。你说多有爱？有爱吧。就我觉得买一份爱心啦，才200多块钱买一个面包机啊，真的真的很有爱。好了，来，好，来，帮我拿一下。超松软面包。好 ，OK。甜面包，松软面包。嗯，这是不是？是不是拿回家想要做？我有。上次我们已经卖过，卖得很好。对。然后刚才我看到粉丝在刷说，上次他买了台面包机，第二天生出了一个面包出来。没想到自己会做面包，然后还给妈妈吃，说：“哎，这我做的，真的是我做的，我放在那个面包机。”妈妈说：“你是买的吧？不是买的，自己做的。”做的，真的。面粉是买的。对，面粉加水就好了啊。对。然后里面想做什么 DIY 东西都可以自己来做。对，好不好？来，接着给大家上。乳胶按摩床垫，原价、哦、我以为是枕头呢。这是乳胶垫，因为我们在现场其实有，但太巨大了、嗯。帮我拿过来吧，好不好？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吧，特别巨大。直接给大家上链接，因为按摩，我先跟大家说，乳胶是我妈妈、我姑姑、我自己每天都会睡乳胶的，乳胶床垫的，我家里都换乳胶床垫。乳胶跟胶原蛋白不一样，不一样。然后今天直播间一整床。乳胶床垫只要369，然后泰国的进口的乳胶原液，乳胶含量达93%以上。来，先给大家上链接，才300多。来，321上链接。太大了，太激动。没关系，抢不到，下一次还有机会。来，赶紧去抢这个乳胶那个床垫，369。今天直播间只要369，这个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对，369，很多人关注，很多人在等、这个。万人堂上，因为我跟你说，我自己和我妈妈，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换上这个乳胶。为什么要换它？因为我妈妈她腰很，因为我妈可能年轻的时候为家庭奔波，然后的腰受损很严重。要承托那个腰。对，腰很严重。然后我给她换乳胶枕之后，她说不管白天再累，她睡乳胶垫上，第二天腰就不再累了。对，来，乳胶啊，来，乳胶跟我们用那一般的床垫的材料不一样，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泰国进口的那个天然乳胶，这个感觉好像用那个太空枕的材料，对，很软。然后呢，它是躺上去之后，因为你想、哦，我们平时睡在这个表面上，嗯嗯，我的整个的，你看这些关节、这骨骼里面，它是不能够把所有的那个力量都分散掉的。嗯、但是当你把这个手拳打在这乳胶上的时候，发现没有，它是能够把你所有的关骨节这地方全都把你。支撑起来的，它也没有特别腰部不同的硬度，没有。它整体，它其实有的，因为我没有打开。嗯嗯，它是根据人体的肩膀、脖子每个部位硬度，它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波纹。因为我看这里有不一样。对，它都有不一样，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嗯、所以说，它能够根据人体的工程学、人体身体的曲线，把你的身体每一寸肌肤、每一个骨骼完美的承托起来。嗯、这样子，你在睡觉的时候，是把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力量给你分散掉，嗯、给你解压、嗯，让你睡觉睡得更好。而且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的脖子不会酸，不会累。嗯、其实我上次我之前卖乳胶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
做一个实验，是把那个鸡蛋放里面，我怎么去压都不会坏。它不厚，拿一个鸡蛋。哎，它不厚哎。帮我拿个鸡蛋。我们都会买很厚的。对。比较厚的床垫。对，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帮我拿个鸡蛋过来。我要在想直接给大家去挤压鸡蛋，因为它是鸡蛋是不会碎的，因为它能够把鸡蛋的所有的压力都分散掉。你确定？啊，我们今天没有做这个实验，是不是？拿一个，我确定不会碎。来，来，没关系，我们导演很担心会实验失败，给我一个就好了。看清楚哦，直接把鸡蛋放到这里。真的假的？哦，挤压它，因为它是有承托压力，对，承托它会把鸡蛋的压力给卸掉。你看，挤压它，很紧，挤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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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破了。没有破，因为它是能够把整个，它是能够把整个人体的那个压力给卸掉的。这什么意思？就是我睡在上面，我的原来睡的时候那个脖子是空的，我的腰可能也是空的，因为你睡硬板床嘛，对不对？那就空了。但你躺在上面，它是能够把你整个肌肉骨都撑起来的，所以它能整个人身体睡得会更舒服。而且怎么样看这个乳胶床垫好不好，贵不贵，就看它的乳液来自哪里。如果它的乳液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那就是贵的。来，而且很薄。对，如果床垫来讲，这个你要告诉我这个床垫这么薄，我会觉得是不是好？但睡得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好了啊，今天一整床这么大，只要369，我和我妈买的都是1-2千，但今天只要300多，而且它是93%以上的乳胶，全都是泰国进口的乳胶原液。来，而且它有五个免单，这个五个免单不是随便送的，因为这比较贵。如果是几十块钱我就送了，但五个免单我不送，要靠你开过关，要什么？就要对对哦，有点重，来帮我。还要过怎么关呢？我觉得我已经浑身解数了。厚多少厘米？应该这个是7厘米的，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7厘米的。哦，前100名下单还可以送记忆药膏。记忆药膏，前100名下单还能送记忆药膏。就是放在椅子上那种的。对对对，好了啊，来抽五个免单，对不对？哎，这样吧。Oh my god！ 来，什么东西？所有的宝宝，帮我拿出手机开始录屏，我要做一个。来，我们，拿出手机录屏哦，录屏。钟汉良，请你戴上这个可爱的兔耳朵帽子，唱儿歌，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如果你完成这个挑战，我就给你抽5个。哎，你知道这有什么歌吗？这什么歌？我也不知道什么歌啊。没关系，我教你唱吧，儿歌吧。啊？就是。而当时为什么我唱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反正就是可爱嘛，因为你带小白兔啊。怎么唱那个？我也不知道。我教你。怎么唱？你先唱呢。就是儿歌，就小白兔，我们就拿来念吧，好吧？不是小白兔，小白兔。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我当时是乱，有旋律的吗？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是这个旋律吗？好啊，是这个旋律。不是这样，我当时不是这样。现场好多人举着手机干嘛？我当时是写了一首新歌。什么歌？你要唱是吗？那你唱那首歌我。但我真的忘了当时怎么唱。你先带嘛。对，这准备录屏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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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就大快录屏录起来。啊，主要这里有一个眼镜，所以我要把我的眼镜盖住，是这样意思吗？不用盖住，因为他已经有眼镜了嘛。不用，你看不到，来这样，对对对，来，好了，歪了，哎，歪这边了，啊，你刚耳朵，哒哒，等一下，哎，怎么弄的？你把两只手，那边还有一个，对，我看到那个谁排舞呀，按一下，不是你一起按这个地方。按这里。主要我那个反松是反过来，我就弄不正。我帮你弄。这样。哒哒哒哒哒滴哒。你唱一遍，我唱一遍。是 camera 是这个吧？是这个吧？你让我唱一遍。OK， 好，你先动一下兔耳朵。按一下。按重一点。好，怎么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然后呢？升级版，你试一下，你自己试一下。小了白了兔，白了又白，两了，吃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了。好，要连贯2个，如果不连贯我就不送。好难哦。我可以再练习一次吗？啊，你练一下。小了白了兔，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
两了智了耳了，两了智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了，好好，小了小了白了吐了，小了白小了白了吐，白了白了白了又了白，小两了智了吐了，两了智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好不容易。送不送？我再一次，我再一次，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你可以，你可以不看，我可以不看，我可以不看。来，我戴上，我可以不看。你肯定是以前有，我没有。你以前肯定是有这个锅，有这个唱这样的。来来来，小了白了，眼睛闭起来。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吃了耳了吐了竖了起了来了。没有了吧？应该，应该没有了。好，再来一遍。来，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只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了，没有了，没有最后一个，再来一次，来，一二起，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只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好，这个是下下好啊，下好啊，哇，拿个水，拿个水，甜呐，我跟你说，这个今天的为了大家拼了，为什么这个一直掉下来？拼了！我为了大家，哪个哪几个名单？这什么名单？是五个了。我完全失忆。我刚刚免什么免什么单？免什么？乳胶床垫。免什么床垫？价值300多的乳胶床垫。免五个，很多，而且很贵。因为好了，过关过关吗？他过不过关？过关是吧？好，可以免50个吗？可以免50个，可能不太行。好了。但是我已经尽力了。真的，你五A名单怎么抽了？五个人，大家先买了那个买乳胶床垫，赶紧先去买乳胶床垫，然后把订单号刷起来，好不好？然后就给大家抽。然后这五个免单呢，请你把这首歌也学起来。好，你们买到免单，你要拍一个视频，拍一个视频发给我，发给代表我，这个闯关有闯关有意义，好吗？啊，笑死了我要啊，就是，然后最好就是跟这个节奏一起拍一个。对，小了白了吐，白了吐了白，发给我们看。啊，白了又了白，好 fine、啊、我读错没关系。小了白了，小了白了吐，白了又了白。忘记了。两了，知了，耳了，兜了，竖了，起了来。好，这样是好了。哦。快一点。小了什么？小了白了吐，白了又了白，两了知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哎呀。太难了，再免5个。No， 真的五个都已经很大的福利了。哎呦，来，大家赶紧把那个乳胶床垫的订单号刷起来，把乳胶床垫订单号刷起来哦，乳胶床垫订单号可以刷起来了，五个。我们小蛙哥就是非常努力给大家要来的这个福利，哥有点歪，很难挣。这样，这个兔子跟那个中秋节嫦娥有没有关？有啊，就嫦娥会有什么玉兔？对，玉兔，对，玉兔就一身白。那、啊、所以今天我是玉兔，耶、yeah, ，那我是嫦娥，我是、啊、我哎，那个有砍树的那个叫什么？月宫砍树的那个叫什么？吴刚、哦、我是吴刚吧？我只配做吴刚，我不配做什么？那我们去找嫦娥，我找嫦娥，嫦娥下面这么多，来，赶紧给他抽免单了啊！一个一个抽，还是抽免评啊？满屏是吧？满屏就不用那个问题了，不用问题了，因为你这么努力得来的。对，好了啊、哦，来，一二七三，接。好，一个米奇，第二个雪莉，第三个花儿与少年，三个了，来，还有两个，还有两个，再接一次，应该可以了。一二三，接。第一个是 W 小小，第二个是花儿与少年，是不是刚才截到过了？好，那自动轮到第下面一个180819，好吧，好了，结完了，这个交接不成。好了，来下一个给大家上最后一个产品，美国的 Move Free 的一节安坛。哎，你这个不快要
结束了，这个你感觉吗？是吧？没有啊，对对，来来来，把这个给大家上掉啊！来，120粒的那个美国的那个more free 的一节的安糖哦，原价189，今天直播价139啊，维他命。321上链接，这个很好，因为那个关节综合吗？对，关节都会有。这个是综合维他命。对对对，它主要是那个安糖的。Joy， 这个是关节的那个。对对对对，就我平时跑步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啊，怕膝盖不好了，对不对？你可以吃这个安糖软骨素啊，就修复哦，139，大家自己去抢就好了。好，今天直播间也是1800万的 free，、yeah. 也是1800万的粉丝了，1800万人气在看。哇哦哇哇哇！和上次一样。怎么大家都这么晚睡呢？因为看你啊。人家看直播还说人家为什么什么要看呢？奇怪了。你帽子要拿下来吗？不要，那就戴着是吗？不要。好，那我也戴着吧。对。好了，来，今天11点了，对不对？我们时间你要玉兔还是野无刚？我好像就是你想要成为玉兔的吴刚，我是想要成为吴刚的玉兔。那好，那你现在是吴刚，我现在是玉兔，好吧？你想要给大家那个想要有什么桥段吗？给大家恭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对对对对，大家因为其实还没有到中秋节，对，马上到了，所以希望大家在中秋节当天真的可以放下你的工作，开着你的。今天买的车，带着你今天买的月饼，买给家人的，不管是过节要用的月饼，的那个家具啊，那个是个厨房的电器东西，吃的啊，跟家人团聚以后吃一下月饼，然后吃一下米柚，过一个很好的中秋节。好，谢谢。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哎，这帽子有点丑，歪了都。好，非常感谢。永远戴不了，要左右，它左右是没有。它应该是反的摄像机。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蛙哥来到我们的拼多多百亿补贴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过中秋。然后呢，很感谢。感谢，然后辛苦，今天被我折腾的有点惨。不会不会不会，今天会恨我吗？今天不会不会，今天感觉不是第一次来，觉得好像比较轻松了。也比较没那么紧张。紧张，所以今天是要回家。上次来有一点紧张。现在是现在感觉，哪怕有1800万。1800多万人还是会有了，还是会有，就感觉那个数字不提，就是没这么多人看，就很 free， 就比较轻松一点那下次我们再来，好吧？你一提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坐直，然后手要摆好，上课了，上课，这么多人1800万，然后面带微笑，1800万粉丝在监督着我，对对对对，这么多人看你，你不能做一个不好的示范。对对对，好了，然后非常辛苦我们的小蛙哥，然后呢，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好，下次来不来？下个看什么节啊？下次陪大家也过一个非常国庆节，国庆没有先国庆还来吗？先不要先看档期，不要让大家知道，不要对我抱起太大希望。太难了，好了啊，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蛙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好不好？好，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好，谢谢蛙哥，谢谢蛙哥，中秋快乐，中秋快乐，来，给大家鞠个躬吧，来，鞠个躬，中秋快乐，谢谢大家，中秋，再来一次，中秋快乐，中秋佳节，花好月圆，那我们给大家练个诗吧，那个诗。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今夕岂相思？好，我不会。Yeah! 来，我拥抱一下，拥抱一下。谢谢。好了，谢谢。来，给手。那边下去，来。一起吧。一起吧。你还有。我马上下去，你来吧，我一起。谢谢，辛苦大家，谢谢，辛苦两位。